我认为不是我多么的优秀，那是，还是有边上的老恩师，哎，啊，郭君德纲先生，对，还有郭君德纲先生，老恩师嘛，有这么说的吗？郭君德纲先生，还有这个于谦于老师，哎，两位大神在边上，那肯定是次不了啊，保护着您，那可不嘛，德云社这么多年啊，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嗯，都是我老恩师，哎，这个培养我们这些个徒弟们。你看烧饼，我记得真的同台演出，我们都很感慨。哎，在一块聊天，我记得那时候刚进德云社的时候，嗯，烧饼那时候上公交车还不用买票呢，主要是逃票那会儿。嗯，不是逃票，那是那时候个矮哦，小小，那时候没蹿起来，还没长个呢，还现在一晃，你看，哎，那个头跟我都差不多了。对，他现在啊，跟您差不多。那可不啊，您有1.15米啊，像话，您拿起嘴就说，现在就是蹿的个头也比较高了，听说得有1.9米了，快，好家伙的，长多快呀，嗯，一晃真是很感慨，那时候进德云社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多观众，哎呀，我们也没有想到能在北展能开这个专场，能演出都没想到，我们那个时候在小剧场里面演出华生天桥，哎，那时候小剧场七门坐满也就200多人，嗯，200多人都坐不满，人最多的时候也就是4-5位，人最多时候4-5位啊，而且郭君德纲先生天天的在小剧场里边演出，哎呦，上门口揽客人去都那样，不是郭老师怎么上门口揽客人的，拿着快板啊，在门口打快板吗？哦，什么样啊？呱呱呱呱呱！大哥，进来玩会儿啊！好，来吧，我们这娱乐场所。呵，哎呀，门口就卖票了是吧？就那样，都没人进来看呢，朋友们。知名的演员都那样。我的天哪，那时候，嗯，我师父也坚持，哎，一个人，朋友们听过这个传说吧？嗯。德云社来过一位演员，我师父也在坚持，以前郭老师经常台上说，有老恩师的坚持才有了现在的这些个徒弟们，嗯，有了观众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嗯，才有了德云社的今天，这话有道理，小伙俩规规矩矩的怎么样，再给我们的衣食父母鞠个躬，哎，感谢您诸位，现在你说这孩子们我们看着也高兴，多好，上这儿来听相声的有好多小孩，你看岁数都不是很大，很年轻啊，上这儿来听，家庭条件都好，能看出来，能抢着头排的票，你琢磨琢磨，头排的票可不嘛，啊，我们那个时候真想听场话剧，嗯，没有钱，真想去学习，没有钱，嗯，那个时候买馒头那1块钱几个，四个馒头都舍不得买，没钱呀！啊，你说现在的孩子，你看看手机有，还是什么这个几千块钱的那手机？对呀、啊、，iPad， 呵，看这个，哎呀，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个，哪有？那个时候我们刚进德云社，2002、2003年的时候，有个彩屏的机子，和弦的铃声，嗯，就很高兴了。那会儿您有吗？没有。那会儿摩托您可有啊？啊，我。啊，哎，摩托那会儿您可有啊？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啊，您现在是不是也得远离夏利呀？现在啊，啊，搞停产了您啊，那等着吧。嗯，真的那时候没有，现在的小朋友们，你说接触这些个高科技，要不说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对，虽然说现在高科技，但是也会带来不良的影响。哎，这您说这我不明白了，怎么个不良啊？这还打开 iPad 啊？打开手机，嗯，什么都能够查得到，哦，能对不对？能查到你放鞭炮的故事吗？这个啊，我讨论我这干嘛？不是能查的什么呀？看一些个电影、电视剧最普遍的哦，尤其那个爱情的作品，嘿，其实小孩儿不应该多接触这个，应该少看，容易导致孩子早熟。哎，这对。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朋友们，嗯，我不知道你们生活当中发没发现这个问题，也不应该这样，不应该提倡这个，嗯，朋友们，那个时候像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在学校里面真的很少有搞对象的，您呢一门心思全都扑在学习上面，这个我问问您，哎，好好学习，天天向老愣同志，老愣同志，
孙云龙。现在这个大学也有这个摩托车修理专业了吗？啊？什么摩托修理像话？不是，您还上过大学是吗？啊？哎呦，怎么了？拿起嘴就说，多少人，多少人都知道，我能跟他们一样吗？很多人都认为啊，是不是我这个人出身比较显赫？嗯，然后谁那么认为了啊？谁那么认为？很多人这么聊天啊。我其实我们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很少搞对象哦。我们那时候别以为德云社里边这些演员都是初中学历，也有那胎教的。嗯，这嗯，胎教那是你们知道、你们了解的演员，哦、像什么这个郭君德刚先生 啊，还有谁呀、啊？郭麒麟呐、啊。哦，他们的学历都挺高。郭汾阳啊，嗨，哎，都是他们这个啊，这出我能跟他们一样吗？啊，您呢？正八百，咱也上过大学，朋友们。您什么大学呀、啊？嗯，什么大学？我啊，您都等着听了，有录音的，听说。北大。咦，看看观众朋友们多支持我，怎么支持您呢？没听人喊吗？怎么喊的呀？一定是，好，好，哎，你耳朵拉稀了是吗？啊，多个粗俗！我就这样，你拿我怎么着吧？啊，我是一个文化人，你不要这个样子跟我讲话好不好？文化人出这么多精彩的故事啊，哪儿的事儿？您还上过大学，大伙儿根本就不信。北大啊，北大，什么？中文系，哎呦，有中文系吗？嗯，哎，有，肯定得有。北大中文系，哎，什么专业？北大中研究中文，没框住的，研究中文的。那当然了，我729分啊，考入北大。我当时我也没有想到，我平时也不怎么好好学习，我认为很轻松。729，我本来我原先我想考蓝翔来着。嗯，哎，后来没有想到阴差阳错考上北大了，729分，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我听说德云社这个学历不是太高啊、哎、您可以啊、环境能够改变一切呀、啊、是啊，我跟过去不一样了，您不是骑着摩托装夏利那时候了。哎呀，现在我跟你说，我身边的一个朋友那一个个的都是有学问的人哦，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哦，教的都是有学问的朋友。哎呀，那可不，当然了啊、每个人都一样，有的爱学习，有的不爱学习。嗯，你说你像这样的就不爱学习，谁说的？我也大学生啊。嗯，再说德云社这届大学生，您可以普及普及吗？反正普，对不对？都说德云社学历低，那是他们。德云社确实有几个大学生。哎啊，您熟悉的栾总。啊啊，栾副总，栾云平，哎，他呢？他是清华的，清华，哎，他是清华，他是什么专业呀？他是学的是室内设计，是这个室内设计，就是这行可真不容易，这是、这月份还行是吧？啊，6月份、7月份那太难了，那个啊，没您吗？人家室内设计就是装修装潢，嗨、哎，装修装潢啊，这个、那高峰老师呢？高峰老师人家是天津农业大学。哦，什么专业？农业大学毕业，学的是水产系。您别乐，真有这个水产系，水产系就是皮皮虾，能分出公母来是吧？哎，人家也可以，我也大学生，我介绍他，他也是大学生。您说，也是德云社大学生，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对不对？哎，跟我这北大的比，你差远了。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哎，朋友们，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嗯，来德云社说相声。听听，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我有什么毛病啊？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就不能来德云社说相声吗？嗯，跟您这么说啊，这演了这么多年还真没说过，今天来的都是好朋友，我在这郑重的说一下啊，中国政法大学毕业为什么来德云社说相声？就想给朋友们送去快乐，啊，送去欢笑。朋友们，你看多念过两天书啊，就是不一样。哎，说出这个话来，让你听着没那么假。对，就是很流，很随意的，他就流露出来。我有那么假吗？我这个学历不比您低。哎，跟您这么说，我低、啊，你得学习，光有高学历不管用，是吗？朋友们，当今这个社会不是拼学历的年月了啊、哦，拼寿命的年月，这是啊。学历再高，不代表你多有文化啊、哦。没有那么高的学历，不代表你没有文化。
这倒是，老恩师郭君德刚先生，嗯，真的，大家还好，宝贝儿你也信砸了，这是没上过大学，但是你看人家有文化，嗯，这是真东西，哎，有内涵，那可不嘛，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嗯，我生活当中要是跟我们老恩师一块聊天，那都得知乎者也，语言哉，哎，您得随着他说，嗯，朋友们也一样啊，身边一个好朋友在一起喝一喝茶，呵，聊聊天，哎呀，啊，做一做小游戏，做的游戏，那可不吗？什么游戏？文字游戏呀，文字消遣，娱乐娱乐啊，可以活动一下这个尴尬的场面。刚才您说到这儿了，刚才我看烧我们他们这个节目跟大家有点小互动，哎，咱们这回啊来个大互动，哦，怎么样？来大互动，哎，咱们来个互动，来一个成语接龙，考考您这词汇量，就是文字游戏，文字游戏跟观众一块玩玩，哎，可以呀，好吧，来嘛，自头咬自尾，嗯，我出的主意啊，我说一个成语也是祝福朋友们的，只要一鼓掌，就算通过了，您看怎么样？可以，祝福咱们所有在场的朋友们是恭喜发财，啊，新年吧。这个寓意提得很好，新年新气象，哎，愿意朋友们大发财源，身体健康，对，就这个寓意，就是这意思，好，恭喜发财，这过不了时，这个，嗯，那绝对的，恭喜发财，自头咬自尾，好吧，恭喜发财，财上起，哎，顶针续麻，自头咬自尾，再绕着恭喜发财，考考您这词汇量，让大家检阅一下，哎，没什么，弃物从文了，这太简单了，这个，嗯，来了，恭喜发财，哎，财，嗯，财源茂盛，嘿，这是好词儿啊，财源茂盛，财源茂盛，嘿，盛，盛况空前，哎呦，真多少朋友，这么多好朋友，嗯，钱，前程似锦，哎呵，祝福您各位朋友们前程似锦，嗯，好，锦上添花，花花好月圆，圆圆圆满满满满心欢喜，喜气洋洋，扬鞭跃马，马到成功，嗯，恭喜发财，好，啊，哎，都是吉祥的词儿，朋友们，像话，听出来了吗？听出来，听出来了吗？朋友们啊，即兴发挥，这就是念过北大的，知道吗？这学子他就是不一样啊。嗯，哎呀，即兴发挥，佩服您，就这几句你背了三年了吧，啊啊，哎，这不能，观众朋友们都能听出来，这都是即兴发挥，绝对不是提前背好的词儿。是啊，那可不，让那个观众都不爱理你，你知道吗？我跟您这么说，我给您出个字儿，您能绕得恭喜发财，我就佩服您，随便你出你的，能让你难住了吗？听我这个啊，哎，一，佩服人家，一，朋友们，要不然人中国政法毕业的呢，怎么认识一，废话，可以，一不认识成傻小子，一，一，看您怎么说，一等战功，嘿，张嘴就来，好词吗？好，一等战功，都乐意立军功，嗯，一等战功，功，恭喜发财，嘿，你瞧，哎，说的真快，难不住他了啊，听这个啊，二，二等战功，哎，恭喜发财，好，哎，听这个，三，三等战功，恭喜发财，好，这不新鲜，哎，朋友们都会了，是不是？你妈叫你回去吃饭去呢，去，那摩托已经给您准备好了，去，赶紧骑着走，知道吗？不耽误晚饭，知道吗？啊，什么玩意儿这是啊？我跟您这么说啊，我说的也不能算。今天来这几千人都是咱们的好朋友，所有人现场出字儿，你现场出这字儿，你绕的恭喜发财，我们都佩服你。我跟你说，哥哥，嗯，就咱们两个人在一起玩耍就可以了。啊，不，别带着人家，为什么呀？人家花钱了，不，人家花，就人家踏踏实实的就在那坐着，你们就听就行了，不，就挺好，不，挺好。我跟你玩，不要让爸爸妈妈们再受累了。爸爸妈妈，这鼓掌的都是你爷爷奶奶是吧？哎，好，起哄啊！你们也就这个，就来了这个吧。嗯，伦理哏有什么意思？特别有意思，哪的事儿？哎，现在朋友咱们随便说。那丑话，那咱说头里。您说，观众朋友们出可是出，嗯，但可音同字不同，
游戏嘛，咱别太较真了。哦，是不是？音同字不同。哎、音。好。是。嗯。嗯。什么？我问问他，问问他，那位。德云社的德，哎，对，这字是过，哎，过，哎，不是，这字太简单了，我是北大的姐姐，我是北大的我，你拿这么简单的字，哎，下一个字，别下一个字啊，那等着您呢，是不是？你得等着您呢，是不是？那是你母亲吗？那个啊，啊，那是我奶奶，那是。嚯，德才兼备。没让各位这词儿啊，德才兼备，倍加努力，立党为公，公恭喜发财，嘿，好。我这字儿太简单了，这绝对不是托啊，不是托，这不是提前对好的。是啊，哎，也别有点学问，咱们哪位朋友啊，咱们出点那个生僻点字儿。好，这大哥说得好，说的什么？他说公。我跟你说，今儿我就听你的，我就听你的。他们好、哎，太好了。这是你舅舅，这是啊，哪儿的事儿就公嘛、啊，这是那、嗯，什么？表，那才说什么老愣的愣。嘿，哎，好，这是愣吗？是愣吗？愣你的母语，愣。这个饼啊，哎，不，面条饼是下一个问题啊，饼面。你先说这老愣的愣，愣，愣愣，这是谁算的？您出这词儿，您大学毕业啊？博士生。喂，愣愣，愣愣愣愣愣的冰雨胡乱的拍。哎，对不对？哎，冷冷的冰雨胡乱的拍，好，哎呀，还能唱出来这个，冷冷的冰雨胡乱的拍，可以吗？嗯，可以吗？听大家伙的，可以，不可以？咱们可以再找，可以，咱就继续往下来，游戏嘛，好不好？哎，那就不可以，再找一个，我多这嘴干，好。哎，您再找一个，愣头愣脑，愣有这词儿，愣愣鸡扑虎，怎么样？愣鸡扑虎，这我不明白了。来，有文化没有啊？哪个有文化？有没有北大的站起来解释一下？解释一下，您说让人家解释。愣老愣的愣鸡，饥渴的鸡，扑虎。跟没说一样，这个啊，俺没说一样。老扔急了，老虎都敢吃。哎呦，你那么猖狂的是吧？是啊，扔鸡扑虎，哎，四个字嘛，对不对？扔鸡扑虎，有点意思。哎，有学问吗？虎年大吉，呵，啊，这是现成的，这哎，现成的，明年就是虎年，虎年大吉，哎，虎年大吉，哎，吉。吉星高照，哎，这词儿不错，好词儿。吉星高照，照亮大地。这是夏利着火了，这是啊，着火，照亮大地。哦，哎，就是太阳啊，照亮大地。太阳知道吗？太阳是太阳，就是、啊、就是太阳。那个于谦他们家搬太阳，哦，太阳里啊，哦，还有这马褂上下本的合着啊，哎，嗯，哎，照亮大地啊。地上天宫，恭喜发财，好，哎，呀，难不住，哎呀，你，来的，嗯，村，哎，小朋友人提的这个字，咱们村不好意思，就是博人这一面了，是吧？村是吧？村，是不是村？是村吧？你看他又不说话了，他，你瞧瞧，头一排的票，嗯，是，嗯。是村是吧？是村啊，这位小朋友提的。哎，村村，咱听的这村，这好。嗯，村野匹夫，你乐什么呀，哥哥？乐什么？乐什么？是不是有这词儿？有没有吧？
他非得笑话人。废话，人买票来就是笑来的，这是多新鲜呢啊！那你乐吧，乐，你倒乐呀！孙爷，孙爷匹夫，夫荣妻贵，哎，这词儿也不多，夫荣妻贵，贵贵贱无二，哦，二等正宫。恭喜发财啊！啊，哎呀，太棒了！这叫有学问，有学问的。烧饼那个得，嗨，你弄个三文鱼，你说有什么？三文鱼那有什么学问的？给我乐得够呛，这个。哎，我也，哎，我跟您这么说，老冷同志啊，下边再沾数目字，我一屁股坐死你啊！啊啊！人家绕上来就不容易，还沾数目字啊！这哎，哪位朋友，咱们高学问的，咱出一再偏僻的。爽爽，哎，这词儿过爽，哎，这声这好，哎，这爽，这好，来吧，您爽一下吧，来吧，啊，这我爽爽啊，哎，爽，嘿好，哦，这就来了，爽吗哥？爽，爽朗笑声，嘿，爽朗笑声，哎，就符合今天这气氛了，这可不，声。声音洪亮，嘿，你看看，好词儿，亮，亮亮汤汤。你看你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这个词儿我跟你说，你都捅不出来。你真是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这我站这儿都反味儿了，这是啊，粗俗粗俗，亮亮汤汤汤。汤，什么文化？汤汤水水，哥，你上过初中吗？你，汤汤汤水水，我哎，太没文化。汤汤，听您这高的，汤勤蒋干，嘿，三国，哎，汤勤蒋干，蒋干道书一位古人，干。干一身汗，哎，劳动人民那是最光荣的，玩去这是，哎，应该锻炼身体了，知道吗？干一身汗，哎，这词儿真琢磨，这是啊，真琢磨，真琢磨啊，干一身汗，哎呀，细想，细想，别细想了，就干一身汗。汗流浃背啊，一词他说了我就不能说了，那您得说一别的，汗，汗流浃背。好家伙，您跟小雨一头里来的，汗，汗马功劳，哎，劳苦功高，高山流水，水漫金山，山河壮丽，立党为公，恭喜发财啊！哎呀，就喜欢这个，立党为公，哎，就哎呀，恭喜发财，真难不住你了，各位，咱们得动动脑筋了啊！什么？那大哥说，你住嘴，那个字儿不能说。还有没有啊？这。人太多了，太多了，哪位大点声说，我问问什么，请，这字儿比较，他说请请请啊，这字儿也可以是吗，啊，请，但是太简单了，这还简单，哎，请咱听听您怎么说，请，请来一家，啥玩意儿这是啊，咱不明白了，我再给你换一个啊，换一个，哪换一个，请请，嗯，请上请下，哎呦，这话也有点金琢磨，这是啊，请上请下，我再给你换一个，对，你老给换一个像话吗，哎呦好，哎，你看这孩子啊，真的，这孩子
你也是清华保送的吧？请君入梦，这词儿不错。请君入梦，我听入梦。对，不是梦哦，梦。嗯，咱听的这梦梦梦中捉。哎，他们叫你小名呢，嘿，你看，叫小名。梦中捉王。哦，这是你大名，这是。那大名啊，王，王，王，汪洋，王，王者荣耀，好，哎，我说你们别抢我词儿好不好？你抢我词儿就说不了了。王者荣耀，哎，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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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也驾到，又改同仁堂了，这是啊？哦，道，道法无边，嘿，道法无边，哎，边，边关孟姜女，又开五行诗了，这是啊？孟姜女，女人最大。这更金琢磨这个啊，女娲补天行不行？女娲补天，哎，我去天，天下地，你再说我一屁股坐死你啊！天空之大，哎，这不错，天空之大，大，大红大紫，哎，这词儿也不错啊。一般人都把演员盼着自己大红大紫，紫，紫。紫气东来，哦，来，来广营，来广营，这是本地的呀，这是多新鲜的，这不是外地的，他知道来广营啊，他，哎呀，来广营，哎，来广营是在北边，对，什么北边这是？来，哎，嗯，来之能战，战，战之能胜，胜，胜利锣鼓，鼓。古往今来，来，来，哦，哎呦，来，来，哎，来者不善，善，善者不来啊。好，哎，不对不对，来来就走不了了，来来者是客，客，客随主变，变，变化万千，千，千辛万苦，苦。苦尽甘来啊，哎，还是来来来，这回您走不了，来来吧您的，这还是个老北京啊，来吧您，来来来了老弟，好，来了老弟，哎，弟地上天公公，恭喜发财。您的热爱正在热播，下面请您欣赏全家福，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谢谢谢谢谢谢，嗯，谢谢谢谢啊，好久没有看见你们了啊。可不是吗？啊，小剧场还演了些日子，嗯，大剧场一直没演啊。今年算这场两场，是不是？刚才坐在后台，于老师说：“哎呦呵，嗯，观众也挺高兴，后台也挺高兴。哦”是，我说那是，我还没开演呢，有的观众乐得都背过气去了啊。哎，也不至于，买着票了就高兴。那是，谢谢各位吧。嗯，今天是年终岁尾，哎，2021年的最后一天了，跨年嘛。这场演出叫跨年，对啊。我们要跨到明年年中啊，太大了这步子。观众说没带褥子，你看，嗨，不是让您住这儿。谢谢各位的支持和鼓励。嗯，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嗯，谢谢各位了啊，谢谢。新年新气象。是啊。过了年咱们又长一岁
哎，那就落下这么一个，岁数越来越大。是，但是令人欣慰的是，于老师还是那么嫩。嗨，这一年能看出什么来呀？头还是烫的这么滋楞。演出了得精神精神，很好，是吧？啊，尽量的多说相声。哎，大伙儿喜欢咱们。嗯，咱们又不会别的，就会说相声。嗯，好好说，好好演，让观众们开心快乐，让您满意，是不是啊？嗯，我也给自己立个 flag。您这话我现在都听不懂了。来来，方言你不懂啊？这是您那村的方言呢？啊，小孩们不都说吗？立个 flag 什么意思 ？flag 一个宝盖底下立刀底下，怎么写的？这是不重要。啊，新年新气象，我要转变一下自己。您有什么想法吗？嗯，岁数越来越大了 啊，不该说的话不能再说了。哦，不该做的事情不要再做。嘿，不该去的地方，嗯，不要去了。这其实挺笼统的。嗨，嗯，就是你就这个你不该去别去。哦，你再去就不合适，我发誓，我要再去，我是个小狗，哎，就是这么一个，还起誓呢，您这一个美好的愿望嘛。哦，你包括说相声，啊，多出新节目，这对，少在台上提于老师的家庭，啊，这太对了，啊，那你说怎么办呢？不行吗？不是说你，就是说我，哦，我站台上说我们家的事儿，不可信。不可信，非得说于老师怎样怎样，这才好，这才可信。对，但是也被大家指责。指责什么呀？一天到晚的台上说相声，老说于谦的父亲、于谦的母亲、于谦他们家如何如何的，有意思吗？哈哈哈！谢谢大家。这么不厚道啊，这些人。这些同行们也指责我啊。你算算，有相声到现在150年了，你听哪个说相声的老前辈在台上提过于谦的父亲啊？凭什么都提我们家人呢？我很感慨，我觉得人家说的对，啊，倒是有一定的道理。以后我可不说了。得嘞，我谢谢您。得嘞，你得拦着我，真的。我干嘛呀？你得看着我，要说赶紧拦着我。您要说，我拦得住您吗？您。咱们得共同进步，啊，那可以。以前在台上所说的于家的故事啊，全是我瞎编的。你看，这就澄清了。人家的父母并没有像我想象中讲出来的，就那种戏剧化的人物，并不是啊，肯定那样。他父亲、他母亲，你知道人多好啊。这就开始了，是吗？哦，您这翻篇儿的和尚，后边那张还是他们？不是，我就想解释一下。啊，在我心中，你的父母跟我的父母那是一样的，啊，那也差不多，没有丝毫的不尊重，啊，那当然，那当然，那个老太太跟我亲娘是一样的，就这么亲，你们是没见过于老师的母亲，你见过呀？哎呀，这老太太，哎，这份儿的是吧？老太太倍儿可爱，是吗？啊，跟我念叨，上岁数了，别的也不盼着了，就是身体健康，多活些年，这才正经的呀。我说老太太，您放心，活100没问题。你也是好听啊，哎，老太太这真要强，是吗？天天在地上睡觉。干嘛在地上睡？他母亲奔80的人了啊，老太太天天跟地上睡觉，就这么冷天，不管什么月份，铺张凉席在地上睡觉，就一张单席子。他说接地气。这也太接地气了，这个我看着都瘆得慌啊。是啊，行吧，老太太，没问题。行，我上医院体检，什么毛病都没有。哦，健康，就是有点贫血。哦，贫血啊！你这不嘛，我见天吃点红枣。哦，补血的。补血。哦，吃胡萝卜，也是补血的呀。吃红薯。哦，这红色的东西。哎，嗯，吃紫菜头。啊，这特别补血。吃西红柿。嗯，啊，这也吃。吃大螃蟹。螃蟹怎么补血呀？蒸熟了就红了。啊，那有红色就算。哎，啊，大虾也红了。哎，啊，拜关二爷，沾红就算呐。关二爷也算红色的，沾红就算。哦，老太太，
买那个火龙果，呵，火龙果砸碎了，怎么样？糊在脸上，啊，美容养颜，老太太躺地下，哎，抹一脸这躺地上，老看着跟那个案发现场似的。好家伙，老太太碰瓷儿来了，上这儿，可爱的老太太啊！我没说别的，我每句都是赞美的，到你这儿那么难听这话，什么哪儿难听？就您这弄一脸火龙果躺地下，这我是尊重这个老太太。真尊重，那是。还有你父亲，啊，又该他了。嗯，在我心中，嗯，我一提他爸爸，我就不自觉的就啊，特别想立正，是吧？立正干嘛呀？就尊重啊。哦，啊，上家去，哟，特别怕这个老头儿，很威严。哎，但其实他没有啊，他没有说跟你瞪眼啊什么，没有。啊，不发脾气。咱们就是尊重。是。老头就是一个特别和蔼可亲的那个普通的那个老大爷。哦，哎，在家里边老头特别好，戴小眼镜啊，有点近视，哎，穿个吊带儿。对，啊，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我都没听说过老头穿一吊带儿，那像话吗？那能看吗？那个你也穿过？我也穿过吊带儿，白色的吗？这儿下来之后这跨那叫跨栏背心儿，知道吗？那个您说那个白色的这么宽那个，是吧？那跨栏背心儿，那不叫吊带儿。什么是吊带儿啊？还得再裁。你提这干嘛呀？你这说跨栏背心儿不就完了吗？你这就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爷子啊啊！真的啊，我每次见他肃然起敬，尊重。哎，坐在那儿没事，老头爱写个东西。毛笔字，哎，什么都写。哦，我看他那日记本，我眼泪都快下来了，还写日记呢。哎呀，我有时候也写日记啊，啊，写了三天腻了，拉倒了。哎呦，坚持不下来。人他爸爸那日记本那么厚，嚯，哦，就这么一摞。哎呦，老爷子，我能看看您的日记吗？让看吗？戴手套看，就讲究。他弄脏了啊，戴上手套，是真干净啊。翻开了，嗯，1987年3月1日。今天我要开始写日记了，嗯，记录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真好，啊，再看吧，看第二篇，啊，2005年，嗯，我释放了，我又能写日记了，哦，合着蹲20年呢，他，我说这本那么干净呢，看着感动，那有什么感动的呀？真棒，不能像你想象那样，那个老爷子不会犯任何错误，没进去。没进去，他还上班呢，他怎么能进去呢？上班呢？他可能是跟自个儿开玩笑，啊，这谁看得见呢？这开玩笑，哄自个儿开心嘛。那个老爷子，他是银行的行长，他怎么能出问题呢？哦，银行的，他父亲是北京儿童银行行长，啊，我都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单位，儿童银行的。对，北京儿童银行行长啊，那管什么用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Oh， 嗯，每天带着员工们进行各种的反恐训练。每天都反恐训练？万一坏人上儿童银行打劫来怎么办？那也就偷一兜子零钱呗。你什么态度？你这个人，儿童银行吗？你甭管什么银行啊，哪怕一个钢镚，那也不能让坏人抢走。那倒是，老头天天的就这出啊，反恐，啊，这个如果有坏人冲进来，大家不要慌啊。好，哦，现在要开始演习了。是怎么演习？赵姐啊，躺下啊。赵姐，孙姐，嗯，哎，躺哎，刘姐躺这儿来，躺这儿来，哎，我躺里边儿。对对，起来，干嘛合着反恐就都躺下是吗？哎，躺到5点，大伙儿下班回家，就跟一帮娘们睡一觉合着是。你这什么反恐训练呢？你就是这么一个和蔼可亲的老爷子，可气，这叫。所以你说他被抓起来，谁信呢？啊，我信呐，这个，这还不抓起来，这都该枪毙。这个，没有你这样说话的，知道吗？可不是吗？感谢这个老爷子跟老太太。哦，谢什么呀？您的父母最大的贡献啊，轰了谦哥。不是，什么叫轰了我呀？轰孩子吗？轰出一个孩子，轰。什么生孩子？生的轰出一个孩子来？没听说过，打哪儿轰出来的？生出来谦儿哥。哎，这对，造福了中国相声界。
还造福了中国。这个相声要想说好，取决于我们两个人啊，那一点不假。从我这个角度出发啊，要动脑子，那也一定的。这是第一啊，啊，您记着啊，怎么能把相声说好？俩窍门，您说，第一在我这，第二在他那儿啊。在我这儿就是要动脑子，哦，很重要啊，是要动脑子。我们老得研究，研究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这么安排，话得这么说，观众才能笑。艺术吗？从我们角度出发，要研究。是我这边呢？您这边就是人缘疼人。哦，我是有人缘的，这两者缺一不可。是，你说逗哏的这边天天跟缺心眼似的，嗯，他说那话还没说完，观众就想起来了。嗯、这个不行，一定是赶在观众前边。哦，我老研究这个，举个例子来说啊，嗯，比如说问于老师，嗯，大肠你吃不吃？大肠当然吃啊。大肠是动物的某个器官，是活的时候它是装那个的。啊，对对，但洗完之后你吃不吃？吃啊，你看对吧？对，大肠洗干净你可以吃。对，来个马桶装饭你就不吃，哪怕这马桶是新的。你看那装屎，你看他都能接受啊，哎，马桶新的，倒上酒你喝吗？倒水我也不喝呀，新的新的也不行，啊，你是不是得研究这问题？这用研究啊，这个谁也不吃啊。那举个例子啊，啊，郭德纲跟这洗脚，洗完脚这水端过来，于老师，你洗把脸，你洗吗？不洗，他觉得脏。对了，你在游泳池里还扎猛子呢。哎，这我怎么没想到呢？这个好几百人跟池子里边霍了啊！啊，你跟着哇哇钻进去，我还喝一嘴。你看，啊，你为什么能接受？没想到呗，不值得研究吗？对吗？啊，哎呀，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俩人搞对象，是一说分手，我一天都忍不了他。对，我跟他配不了，我腻歪他，见不了，我必须跟他分手。对，忍不了就得分手。对，你上班的时候，你也未必多爱上班。你为什么能忍？就是因为给你钱了啊，这很重要，对不对啊？所以说你就研究生活中很多事情，其实你研究透了，你就能说相声。哦，但是啊，从逗哏的角度出发，好多事好研究。怎么叫好研究？你看，从我们这角度，你只要走脑子，你就能成功，是吗？但是从这边来说，你要不碰见一个于老师这样的，嗯，你就说不好相声。哟，您我这么重要吗？我合作这么多相声演员 啊，私交都很好，但是台上，谦儿哥跟我是最好的。谢谢您，谢谢您，别客气，跟我亲哥哥是一样，就这关系好。说后台吃东西，嗯，哥您吃这个，不，你先吃，啊，让互相让，一定是我先吃，我吃头一口，嗯，哥哥吃第二口，是我吃一口，他再吃一口，我吃一口，他再吃一口，咱感动。咱吃什么呢？甘蔗。啊。我也不好意思嚼得太干净，是吧？不，谦哥吃的就比较努力，是不努力不出水啊，那玩意儿。您都嚼一半了，给我呀？啊，跟我，你先吃，你吃完给我，哎，还受不得。哦，你先吃那口，那口给我，合着是。啊，那不重要，不重要。啊，就吃完了，就说这意思。哦，事儿不大啊。嗯，就哥们之间交情。是我老站在边上看于谦。那肯定的嘛！这么长时间以来，通过多少个事情看完之后，我决定这个人是可以跟他相交到死的。哎，这捧我，这捧我，善良，你人应该这样。那回是在哪儿？我忘了，我们在外地演出，嗯，演出还早，然后，傍晚之前吧，嗯，就剧场门口，大伙说溜达溜达吧，走一走。那个城市没去过，嗯，旁边就一卖手机的店，哦，一个孩子拉着他爸爸要买那新手机。哟，看着爷儿俩穿着打扮就是普通的人家，哦，那个手机得10000多，很贵呀、啊。他爸爸就央给他孩子，咱家这条件买不了这个，爸爸再给你攒2个月，咱们再买行吗？买不起。那孩子不懂事儿，哎呀，坐地撒泼，哎呦，就得买手机，没教育，没法弄。嗯嗯，那个爸爸真可怜，是吗？眼泪都下来了。嗯，没法弄啊，掏出一根烟来，一边抽烟一边流眼泪。难受，谦儿哥一直在旁边看着，是吗？到这会儿，谦儿哥看不下去了。我呢，走到跟前儿啊，给我也来一根。哎呦，要烟去了，我不给人买手机呀、啊，我还蹭根烟上那儿，哎，叼着烟卷就回来了。哎，
你看这咱看着心里，这不是个一般人。那是多缺德一人呢，这是。这不是一般的人家能培养出这样的好的人来。哎，对，没怎么看。但是跟我谦哥没有，不这样，这份儿的。哎，这些年来啊，当然有时候抬杠拌嘴也是有的，难免啊，有的。嗯，但是话说回来，其实还是应该说怨我。您这又是你看批评？不，应该的。咱刚才都说了嘛，啊，新年新气象嘛，是。以后不该说的话我也不说了，不该做的事我也不做了。不该去的地儿我也不去了，再去我是小狗。哎，您这要说什么？跟您说心里话啊，您说。之前可能有些个地儿我做的不好，您也多原谅。什么地方哪儿啊？有时候你看他这人不记别人的坏处，我就忘了。这是让我最佩服的地儿。是我们有一次抬杠啊，吵起来，因为作品的问题。哦，到最后我急了啊，我说告诉你于谦儿，慢说是你，是就是郭麒麟我也不饶。怎么样？给于谦一大嘴巴，占完便宜还打人，啊！回去之后，嗯，我的心里边其实也不是滋味。干嘛其实啊？嗯，不应该那样做呀，啊，是不是？徒弟们也劝我啊，您不应该这样跟我谦大爷闹，是不是？谦大对您多好，嗯，你要听我的，啊，孩子们说，您找谦大爷道歉去。孩子都懂事儿，徒弟们都劝我，嗯，说到最后我也挺难受的，我说是吗？我说那我去吧，我说这确实是怨我，哎，一时冲动，是老话说得好啊，冲动是蘑菇，对，蘑菇啊，冲动是蘑菇，像话吗？说什么魔芋啊，魔芋，听说过啊，冲动是魔鬼啊，冲动是魔怪啊，魔怪啊，什么呀您这？魔怪打起来了，哪儿啊？不是山东方言啊？没有，行。我找于谦道歉去，来吧。徒弟们说：“您别空着手啊，嗯，有了诚意才行呢。”哦，那怎么叫诚意？大爷没别的爱好，大伙儿都知道，抽烟喝酒烫头的是吧？哎，您给于大爷啊买一条中华，哦，还带礼物。我说干嘛买一条啊？买一箱，这真有诚意了。搬着一箱中华上于谦那儿去了。哎，一砸门啊，嫂夫人开门，我媳妇儿谦嫂看见我了，嗯，不说不来吗？再来是小狗哦，这启示是给我起的，合着您这太可气了，您哎呀臊的我呀啊，我是说过不去，这你没听说想不到的事情 啊哎呀，行，说事儿吧，你嫂嫂娘叔叔哪儿啊，叫叔叔，电视剧都那么，就不用按电视剧那里边喊。哎哎哎，啊，我也来去找谦儿哥道歉。哎，说事儿，不在家。哟，不在家啊？哎呦，这事儿闹了。那得了，那改天吧，改天我再来。啊，这箱中华您替我转交谦儿哥。啊，真给我，啊，这个口气清新，对蛀牙特别好。啊，中华牙膏啊。啊，您是嫌我口臭是吗？啊，放下。啊，这多少心里踏实点儿。哦，不知道谦儿哥那关过得去过不去啊，还提心吊胆。其实呢，人家已经开始自我批评了。我自我批评，我这头在家闹心，他也不好受。我闹什么心呢？他自个儿也琢磨，我不该跟德刚这么闹。我怎么闹了啊？他未必真拿我当郭麒麟。我也是浪的，我也是。再说了，他气头上夸给我一巴掌，对呀，我要躲开不就没事了吗？哦，我没有闪。嗯，您这句话说得好。对啊，哎呀不行，嗯，我得找郭德纲道歉去。我怎么想的？我这是我找你道歉去。找郭德纲负荆请罪。我也不知道哪儿学这么一词儿。战国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啊，负荆请罪，怎么讲啊？有一位老将军叫廉颇，是跟朝里的一个大臣叫蔺相如闹别扭了。哦，但是蔺相如一次两次的容让，嗯，后来有人跟老将军说人家不是怕您，那是怕的是文武不和，对国家有伤。是老将军听说这个之后很难过，嗯，是我的错。哦，于是
拖一光膀子，背着这荆条。荆条，哎，荆条就是边框用的那种东西。哦，去找蔺相如赔礼道歉，说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是我的错。哦，打这起，将相和，国家富强，这是有名的故事。于老师说，我要比武。哦，我要学一学老将军廉颇，负荆请罪。我要找郭德纲道歉。是是是，啊，就把衣裳就脱了。负荆请罪吗？嗯，我啊，我全脱了呀，留了一只裤衩。哎呀，哎呀，哎呀，您走小字眼我还能听明白啊。穿裤衩啊啊，穿拖鞋，那管什么用啊？表示诚意。哦，推开门啊，嗯，找德纲去道歉。啊，这刚去就脱了，哎，就出去了。哦，各位，这个12月底的北京很冷，还就是前两天的事儿，你这玩意儿，嗯，我到那儿再脱不行吗？我就非得出门之前我就脱好了啊。虔诚，我干嘛那么虔诚啊？出来之后得先找荆条啊，还没荆条呢。哎，条啊，荆条是一种植物，是。一般长个两三米啊，长的能到七八米，那一种灌木，上面那花儿可以做精油，嗯，是底下那根儿是可以入药。这个大冷天我就别学术研究了啊，我得给观众想清楚啊啊，当件是这荆条，哦，边框用的那玩意儿，是是，那你琢磨抽的身得多疼啊，拉得横啊呢。于老师出来，哦，找荆条，一边走一边哆嗦。一边找着，哎，走街上人有那好心眼的大姐，是，这是怎么了？这是啊，他也是愿意看啊。嗯，你是不是那个讲相声的于谦老师啊？他还认识。嗯，哎，真白，你管着管不着啊？怎么那么贫呢？这大姐，你这样会冻着的啊？啊，就关心一下，对，这个也没有富裕的衣服，啊，哎，啊，包里边有丝袜。那能管多的用啊，多少也挡点风吧。啊，于老接过来，真穿啊，解下啊啊，打开丝袜，是，我套脑袋上了，哎，省得让别的观众认出你来了。我不出来好不好啊？我套好了啊，这大姐也是热心肠，是，你要干嘛去？这是问问吧，我要找荆条。哦哦。找金条啊，拐个弯那银行就问问去吧。银行，于老师穿一裤衩儿，啊，带着袜子，就奔银行去了。这好嘛，哆里哆嗦啊，进了银行，哎呀，要往常来这样的保安得害怕。哦，哎，今儿个这帮保安，啊，对。没见过现这么大的眼的贼，啊，嗯，你要干嘛？荆条，谁告诉你的？这儿有金条啊，大姐，哦，你要打劫呀，啊？贼呀，啊？怎么全听错了？这个打他啊！一帮保安过来，叮咣五四把于老打一顿。哎呀，打完之后得跟单位领导汇报啊，还找单位呢。行长，啊，来了劫匪了。哦，行长在里屋正躺着呢，知道吗？赵姐，快起来！行了，孙姐，起来吧。哎呀，好，我这打劫到自家银行去了是吗？啊，哎，老头出来，打扰我爸爸睡觉了。哎，这事闹的，哎，老头出来，带着几个女工作人员啊。啊，老头怎么穿成这样了？是，哎，这才跟老头说。哦，我要去找点荆条。哦，这说清楚。哎，老头说你糊涂 啊！北京没有，北京都没有。你呀，啊，你上河北省，哦，保定地区。啊，哎，保定有。保定上，快去吧，快去吧啊！穿上，你给他件衣裳吧。几个保安给你搀出来了，那叫推出去的。哎，推出去。老头，赵姐，快躺下，一会儿又来劫匪了。好，我说推我出去，老头急着睡觉呢，是吗？于老出来打一车啊，奔河北省啊，知道打车，保定地区哦，到山里边问去啊。老乡说这个月份哪有去？没有，七八月份啊，这年底了没有，
哦，但是我们现在这儿呢有花椒木。花椒，花椒，啊、吃的花椒，啊，那个木头，哎，说那个倒是有，啊，有用吗？有用，那花椒木，好家伙，也这么长了一节一节的，他们弄的，上面疙里疙瘩，那么憨，那就长那样，跟大黄瓜似的，就这么一根啊，这个倒是有啊、哦，你要乐意来一根也行，能用。于老师想来都来了，哎，弄了一根花椒木，哦，要负荆请罪，哦，就那么个意思呗。回来带着这根花椒木到处找郭德纲，啊，我得请罪啊！我那天呢，啊，带着我那小儿子上游乐场了，哦，玩去了。于老师也奔游乐场找我，哎呦，那个好家好几十万人呢，这都是玩的呗，谁能看得见我在哪儿啊？对，都看我呢，啊啊！于老师一琢磨，来都来了，嗯，先来过山车吧，我呀。我还上高处散、啊啊啊，呵，嗯，过山车一会儿激流勇进，我还玩水，玩水激流勇进，所有人都害怕，是怕弄身上水感冒啊。只有他不在乎，我不在乎，一会儿就干了，那是错不了啊。高高兴兴啊，所有项目都玩了一遍，啊，三遍了，哎，所有人都看见了啊，最后才发现了我，啊啊，我都傻了，是你怎么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谦儿哥高兴啊！我哪有头发呀？我这、这冻成那样了，还有这个，都往这儿看，还不够，好几十万人啊，看着呢，回头看，嗯、啊，我叫于谦，别自我介绍了，我对不起郭德纲，哦啊，我今天怎么样？负荆请罪，这终于说出来了，一伸手，嗯，就把这花椒木拔出来了。德纲，等一会儿，之前是哥哥的错。不是，我先别说事儿，我这有一环节没弄清楚。好的，没有跨栏背心，我没说跨栏背心的事儿、啊，我这花椒木在哪儿搁着来了？花椒木出自河北省山区。你要是六七月份，他有那个，我没说他的出处。好的，我从那儿拿出来，我也没穿跨栏背心，对对吗？对，我就穿一双袜子啊，不，穿一双拖鞋，对对对，然后穿一裤衩，对对对。我这花椒木在哪儿搁着来了？这好几十万人呐、啊，就说，哎呦，这是说相声的于谦。不是，我也没问那么多人啊，我问这花椒木，它来自于何地啊？你看，这大姐送了你丝袜。这个花椒木啊，啊，在裤衩上别着呢。松紧带够紧的啊！你是不是以为裤衩有一袋儿？你是以为裤衩没袋儿呢？没听说过，别在松紧带上了啊！德刚，我错了。哦，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多虔诚啊！接过花椒木，眼泪都下来了。哦，大哥，是怨我，我错了啊！咱们哥俩不过这个啊，这个，那您先收着啊，啊，给你了。我用你给我塞回去，怎么那么欠呢？这人，就哥俩就这份感情啊，就咱们不过这个，知道吗？啊，对，说我现在想起来我还热血沸腾了，真的是吗？真的，所以说咱们。新年新气象，哎，我俩还得好啊，一定得好。而且以后老爷子什么，你媳妇儿、老太太什么乱七八糟台上，我不会再说了。是，您都说完了，您都、就以前说过的那些，你放心，我不会再重复的啊，也没人听了，不会重复的啊。其实他岳父岳母很好，哎，人这谁不是捡新鲜的说呀？你这各位啊。给说相声的留口饭吧，啊，实在不能说别人了啊，说别人人一告状，我们还得道歉啊，只能说我。那你说怎么办呢？是不是啊？哦哦，谁让你有花椒木呢？嗨，别提这个，人家可以不说相声，我，人家就算是在家躺着吃，吃不清，有钱，还别说他父亲家里啊，怎么怎么，那都咱都不提，就说他媳妇儿这边，啊，他岳父岳母这边是在北京，可能提您不知道。上哪儿提？上天津问问去，天津都提于谦的岳父岳母是做买卖的，都倒吸一口凉气。
怎么着？他是生意人。呵，多少个行业被他岳父母垄断？嚯，这个垄断行业呀、啊！就那个公司啊，当然有大有小。哦，有大公司，有小公司。他们家那个买卖从早晨四点就开始开张，一直干到夜里12点半，就这些家这些买卖这些公司，就四点钟开张，夜里才早晨四点，他岳父的公司就开张了。什么公司？就卖这茶鸡蛋什么的，茶鸡蛋、豆腐脑啊，什么就这个，就是那不就是摊儿吗？那也是个小公司啊，公司也小公司啊。那是得四点半开，五点他岳母那公司开张了。这卖什么的？老烧饼，老烧饼。哦，加茶鸡蛋的。溜，紧跟着就所有的叫摊儿啊，一家接一家啊，一会儿卖糖豆的了，一会儿卖气球的了，一会儿糖画了，哎，一会儿酸沫糕了，哎，一会儿什么酸枣，哎呦，就这忙活着。这点零钱不够老两口挣的了。嗯，你想他要不挣钱的话，他岳父岳母能住在黄崖关吗？住哪儿？黄崖关，天山，天津。哎，到了盘山。还得往山里边再走20来公里，黄崖关长城的边上盖着四合院。不，咱先盖什么院咱不管。天津做买卖，怎么跑那么远买房去？地广人稀，在那儿三进四合院，带后花园，带金鱼池，带假山。哎呦，倒是真讲究。天津城里你没有这个地儿，哦，就非得上那儿。好家伙，早晨四点买卖就开张，夜里12点半收摊儿。是12点半收完摊，老两口子急急忙忙往黄崖关那儿赶，睡觉去，知道吗？到家打一照，赶紧回来，4点又开张了。那到家没到家呀？你到家了，到家了。哦哦哦，老两口子这辈子不容易，是吗？生了3个孩子，哎，还有功夫要孩子吗？这个，这净道上了这个。那咱不分仨闺女，哦，3个闺女，仨女儿，3个大美人，哦，他媳妇行三。就最小的那个，对不对？大姐姐叫妮儿，叫什么？妮儿，啊，妮儿，妮儿啊，哦，借那谐音，爱称吗？啊，叫妮儿，哎，大姐姐叫妮儿，好，二姐姐叫不，这也是爱称，爱称，她媳妇叫村儿，一点爱称的意思都没听出来，就这仨，哎呦，嗯，仨姐姐好看，漂亮，大姐姐大长腿，嚯，大长腿。谁见都说呼，哎，这大长腿怎么样？不蹬三轮车都浪费了。好家伙，蹬三轮才浪费呢。二姐姐漂亮啊。二姐呢？尤其夏天穿一露背装，这叫吊带，前面一走啊，后边大伙看，哎呦啊，好家伙，二姐姐出来了，怎么样？哎，看这脖儿，哎，你看，嗨，这嗨，行行行，这后背啊，怎么样？一个痦子都没有，那一黑点都没有，那这后脊呢，不拔罐子都浪费了。嗨。看着白净，哎，尤其是您的太太，我媳妇儿，呵，村儿，我听着就那么梗的慌，村儿那个小尖脸儿，哦，多少个女电影明星那脸没有你媳妇儿脸好，瓜子脸，小巴掌脸儿，嘿，一刀没动过呀，啊，原来蛋儿，小巴掌脸儿，啊，标志好，大耳朵唇，大耳唇，大耳朵耷拉到肩膀上。那么大耳垂，哪回上庙里烧香去，和尚都想把他留下。干嘛呀？说这开脸太好了，哦，比佛像还像佛像。好家伙，那跟假的似的。这个大户人家，要不然人家这仨姑爷能那么满意吗？哦，都结婚了。那是，这是他们家三姑爷。对呀。那大姐夫叫林子，二姐夫叫绿春，一个意思。这是三姐夫。我不如他们这名狠，但是你有花椒木啊，就别提这个，别提这个了。呵，尤其是没事儿，一家人坐了一块儿，有时候放个假一块儿聚会聚会。哦，大户人家的风范，怎么着有规矩？黄崖关，啊，哎，往深山老林里边走。呵，有一四合院，啊，坐好了，岳父坐这儿，岳母坐这儿，仨姑爷仨闺女，都到齐了。老头儿也高兴，是吧？今天好日子，哎，今天7月15，咱们聚会聚会，7月15聚会。之前本来说清明节聚会的啊，结果耽误啊。对，7月15人称叫贵节呀，贵节呀，代表着生活富贵。你这谁骗你来着？来吧，喝酒吧。啊，喝着酒，不光喝酒吃饭，还怎么着？哎，还要在吃饭喝酒的时候探讨人生，
怎么探讨人生啊？哎，喝一杯酒，岳母站起来了。嗯，大姐夫跟我出来。叫大姐夫出去。叫大姐夫出，大姐夫叫林子。是我们记住了。哎，那是个北京人。哎，可不是北京人吗？北京人才说林子。哎，林子，大姐夫做生意做得挺好。哦，哎，他是那个王八。啊，叫什么？王八，王八啊，王八，就是屋里好些个电脑，小孩们跟他打游戏。开王八的，开嗨没。开网吧的啊，差不太多，不重要，差远了，重要。老太太领着出来，哦，搀着岳母，哎，后花园围着金鱼池一转，还有金鱼池，哎，生意怎么样啊？哦，两口子日子如何呀？闲聊天，还刚拌嘴了吗？嗯，聊会儿天，聊着聊着，老太太脚底下一呲溜，嗯，懂？怎么了？掉金鱼池里了。老太太没站住，其实是诚心的。她干嘛诚心掉里头啊？考验一下大女婿的为人。哎呦，他要看什么呀？哎，大女婿啊，外套一脱，咚下去了啊，给老太太拖上来了。哦，救人！老太太高兴，是好孩子啊？怎么好？不白疼，那倒是。哎，妈，给你买辆车，汽车啊？嘿，给你买辆金杯，嗯，买金杯大车，先来一辆，先开着玩。哦，哎，奖励你吗？啊，那也行。这才回来，一进门老太太乐了啊！我刚才掉水里了，哎、别解释了，没想到的事情。行了，哎、行了，行了啊，换衣裳，换衣裳，当人换衣裳了。哟，屋里还有人呢，多新鲜呢！以为您要负荆请罪呢。嗯嗯嗯。上屋换完衣裳出来啊，绿春，哎，叫老二呢。绿春跟我出来啊，哎，绿春出来了，哎，绿春，东北人。哦，哎，这会儿吃的正高兴呢，是吃那蘸酱菜，呵，就爱吃这个，东北好吃这。走啊，跟我去啊！哎哎，妈，等会儿再吃两口，就喜欢蘸酱菜。哎呀，啊，给他一罐大酱，他能把门口的绿化带全吃了。好家伙，菜不菜都放二上了。出来，出来，出来！嗯，出来，绿春搀着老太太，啊，金鱼池转一圈。呵，日子怎么样啊？还是这几个问题。生意如何呀？嗯，跟我闺女吵架了吗？哦，懂，老太太。掉金鱼池里边，刚才衣服白换了啊！二姐夫外套都没脱，是啊，下去了，给老太太脱上来了，更快。老太太高兴，是好又好，都没脱外套，是太拿妈当回事了。对，妈给买一车，又买一车，买一桑塔纳，呼，这小车了，比金杯就强了。那是啊，回来了啊！老太太一进屋，我又掉水里了，你又来了，想不到的事情，屋里去吧，这不还在这儿呢吗？谦儿，给你了。老太太不换衣裳了，哎、快来吧，上瘾了。带着谦儿啊，围着金鱼池啊，日子怎么样啊？是，家里挺好的。你直接下去。爸爸还在儿童银行吗？啊，还跟赵姐他们说这干嘛呀？啊，您又惹祸了吗？没有，负荆请罪了吗？还、啊、他全知道啊？你还要金条不要啊？行啊，说说懂。哎，这都老太太掉金鱼池里边了，早就该下去。谦儿傻了啊，谦儿不会游泳啊。就看着老太太跟水里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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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面上就剩老太太一只手。哎呦，谦儿过去抓住，把戒指摘下来了。好家伙，老太太就淹死了，淹死了吗？淹死了不要紧呐，啊，岳父给他买一大奔。哎，去你的！你的热爱正在热播。下面请您欣赏新阴阳五行，表演者烧饼曹鹤阳。给您换一场节目，一场接一场。是，刚才是两位老师，哎啊啊，郭德纲先生和于谦老师。嗯，这个乐的怎么第一次介绍的这么正式？最近是不是犯错误了？啊、哎，现在说话一直这样。哎呀，两位说的非常不错。哎，下去休息休息。是啊，这个回呢，把我们哥俩就更换上来了，哎，换人了。大家伙呢，可能对于我们哥俩呢，有的认识呢。也有不认识啊、不是很熟悉。哎，对了啊，简短的呢做一个介绍。行，好，给你个机会介绍介绍。首先介绍一下我的搭档。哦，先介绍我。哎，对，曹鹤阳啊。好、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好了，我介绍完了，给您了啊。这个大家好、啊，我是德云社的小演员、小学生。稍。来来来来来来。你没事，你怎么？你怎么上台之前嗓子有点紧。你重新介绍吧，你是不是嘴里卡毛了？你
小妹儿老卡毛，我不卡。我是德云社的小演员，小学生，烧饼。好了，行了，介绍完了。我以为这个毛传递了一下子。啊啊！其实大家伙对于我们这个演员呀，都很了解，哎，很熟悉啊。德云社在观众群众当中呢，也很多年了。对对对，啊，都知道我们是从小学艺，哎。哎，基本上呢都是打小在德云社就说相声，哎，你算最早那一波的。哎，对了，哎，姐小就做科，是。当然后来呢，因为德云社做科之后呢，他管这个分配工作，所以呢，好多呢观众朋友们呢就不知道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啊有什么这个其他的领域有建树。啊，对对对对对对，是我们相声演员呢，尤其他这种打小学艺的呢，德云社是管分配工作，就之后就直接当演员了嘛，对不对？但是社会上呢，还是有一定的工作的。对，哎，你得长长见识啊，对不对？比方说，邵老师最近就是健身教练，然后就卖卡，群发信息，你什么时候上我私教课来啊？是，我是健身教练。我猜的，我也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咱怎么也是得是个国企呀，啊，国企也有健身房了吗？不会干别的了。不是你除了健身，我不知道你会什么呀？我知道中国有一个航空航天部吗？啊，我是航空航天部门的食堂经理。这包多苍白，啊！你看，你不知道你干嘛的呀？研究人员，研究什么呀？被研究，疯了，研究他，吃饱了撑的吧？研究他，你接着说，对不起啊，不尊重了，对不起，来接着说。台下有那个航空航天，你看说这个，他们都吓害怕，都跑了，你知道吗？台下一看，你都尿了，人家。台下有什么航天局啊？气象研究所呀，有这类的朋友吗？哎呦，有人喊还不少呢。你们单位包场是吗？怎么就这么没有？我，航空航天局，啊，就那儿。知道前些日子咱们中国啊火箭上天吗？啊，我知道啊，知道挺好。有我。哎，不对，您等会儿您别欺负人啊！这我告诉你，这电视我瞧了。怎么了？出来这几个没你啊？什么呀？这电视。播放的时候出来这几个人啊，我说我研究人员，我不是宇航员，你没上去，我没上去，我点的火。你现在这个表情特搓火，知道吗？你点的火，火苗真真的吗？你拿三二一，我就站火苗，我啊，没给你滋破相了，哎呀呵，啊，你不是你想证明什么？就是证明我对天文地理比较有研究。有研究就说你有研究，你在那儿上班我们是不太相信。哎，上班怎么就不相信啊？那儿也向广大的人民群众招生啊。啊，好，那咱再问的细致一点，您在那儿主要研究什么？根据我研究的课题得到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天人一理。这个像中医的解释。啊，天人一理。就说天上啊有什么在人身上相对应的，它就有什么。这个话太绝对了，我觉得有点大。不太可能。你不信你可以随便问。随便问吗？哎，对了，随便问。好，首先来说天有日月，人有吗？人有啊。人有什么？人有二目。二目？对呀，俩眼睛对应日月。哎，日月是照亮，二目是看道的。天有一道天河，人有啊。人有什么呀？人有一挂大肠。天河，哎，大肠比你高，啊，也比你高。哎，人大肠是挺长的，这个啊。天有四时，哪四时？春夏秋冬。人有四肢，什么呀？俩胳膊俩腿，啊，这对应春夏秋冬。哎，春夏秋冬，啊，哎，要不老说冬腿冬腿的吗？这么解释的啊？哎，天还有，天有什么？天有五方，哪五方？东南西北中。人有五脏，嗯，肝胆脾肺肾。哇，真能对上啊！哎，天有无数的星斗，人有无数的毛孔，那星斗可数不清，毛孔也挤不清。啊，看来是老挤啊！换一个思路，天有阴天，阴天，阴天，朦朦胧胧的看不清楚。人有啊，人有什么呀？人有巧蒙眼，
巧蒙眼，巧蒙眼，蒙的一层雾似的，也朦朦胧胧的看不清。啊，这就算对应上了。哎，对应上了啊。天有下小雨儿，下小雨儿叫里里拉拉的。人有，人有迎风流泪，哎，对得上吗？哎，一招风，这眼睛哎掉底滴眼泪。啊，天还有，天有什么呀？天有火烧云，火烧云是什么？还有红的，跟那火烧一样。这云彩，人有，人有什么？人有烂眼边儿，烂眼边儿，眼睛边儿烂红烂红的，能对得上吗？能对得上，能对得上啊！火烧烂，嗯啊，再来一个啊！啊，说有这么一天，嗯，阴天下小雨儿，外带火烧云。啊，那说有这么一只言，他呀。他是巧蒙眼，啊，迎风流泪，外带烂眼边。不是你这人还好得了吗？你这天还晴得了吗？我这就为了难为你，你这话太大了。你不用难为我，天人一理啊，就研究这个。哎，对了，不光研究，还研究别的呢。研究什么呀？这是天还分出阴阳来了。阴阳太，哎，晴天阴天这不阴阳吗？啊，阴阳啊，对啊，哎，阴阳呢又分出五行。哪五行？五行包括什么呢？啊，金木水火土啊，这个我知道。哎啊，据我的研究啊，啊，万事万物啊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您七个字，您这样，您就说您怎么收费吧？什么叫怎么收费？您不算命吗？怎么收费？不算不算。阴阳金木就万事万事，你的科学就不可能。哎，万事万物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对，谁告诉你的？我告诉你的。这话倒没毛病，这是啊，什么都行吗？随便问，难不住我。那我可随便说了啊，真的随便随便问，随便说一东西啊，比方说乒乓球。乒乓球怎么的？乒乓球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吗？有啊。哎，先说，有阴阳吗？来，乒乓球外边为阳，啊，里边为阴。啊，你说那是常规的乒乓球。啊，我们是透明的乒乓球。你有脑子吗？怎么你见过透明的乒乓球吗？俩运动员对着无实物表演，这不挺好的吗？观众也看不着球在哪儿，裁判也看不清，不是不是难为你吗？难为我不行，咱得说这实际的。好，行，我不捣乱，你就说什么阴阳是什么？阴阳外边为阳，里边为阴啊。外边为阳，里边为阴。哎，对呀，啊，乒乓球的阴阳。哎，对喽。好，乒乓球有金吗？有金啊。啊，哪儿？乒乓球咱们中国拿了多少金牌啊？有没有金？拿金牌也算，沾金就算啊。啊，好好啊。有木吗？乒乓球啊，那案子是木头的呀？不是不是，各位可能有了解的，上学的时候学校水泥的，对不对？有吗？水泥的有吧？哎，没毛病，水泥的不是木头的。嗯啊，对，把土也说了。什么？有土了，水泥的案子呀，有土了。啊，那我不管这，我先，你木在哪儿？木有啊，拍是木的把啊。不是，我们是拿漏勺我们打的这个。有拿漏勺打乒乓球的吗？就让你找上来，我就心里别扭。这废话，打半天，手不该木了吗？你看也有手木了也算，那沾木就算。啊，好，那个乒乓球有水吗？有水啊。什么？发球的时候，哎，你不得吐点口水吗？退退，我聊聊聊聊，太恶心了。人现在不让这样了啊，不让这吹球，不让吹了，不让吹球了，不让不让不让。发那个，啊，对啊，流了多少辛勤的汗水？观众都说了，练球辛勤，这也算。那沾水就算。行行啊，乒乓球有火吗？有火呀。哪儿？乒乓球在咱们中国多火呀？你这没毛病，谁都会啊。这老借助外力，这话倒没毛病。干火就算。行，有土吗？哦，土刚才说了。对呀，啊，水泥呀，啊，你刚才你说的呀，难不住，难不住啊！我让你，万事万物知道吗？再来一个，嗯，纸壳箱，什么玩意儿？纸壳箱，接快递的纸壳箱。来说这个吧，阴阳，阴阳。来先说，外边为阳，里边为阴啊。啊，对，他是这个套路是吧？对呀，啊。啊，行，好，直接来。有金吗？有金啊。啊，金在哪儿？纸壳箱，你来了，你不得开开吗？啊，你是不得拿个小刀给它拉开吗？我不能拿手撕吗？指甲盖我咔，我一划，不就开开了吗？你指甲盖啊，你不得修指甲盖吗？熟。
你怎么修的指甲盖啊？拿嘴咬啊。对啊，不是你拿嘴咬。我问你有没有筋。有筋啊。你别老管我咬。有筋啊，这个纸个箱它必须得有筋啊。啊，有筋说呀。有筋啊，没有筋、哎、今天这年都跨不过去，我跟你说吧、嗯、必须有筋啊。我看你这口这个大多少斤啊？多少斤？纸个箱多少斤啊？对啊，你这不行，这个纯借助外力，多少斤这不行啊？不行吗？哎，这不行。纸个箱啊，纸壳箱、嗯、它是纸壳啊，是纸壳。它是原来是纸浆啊，纸浆。对、嗯、它是不是通过机器做成的纸壳箱啊？机器是什么的呀？塑料的呀。你们家机器是塑料的呀？行行，好，算你点铁的，对不对？对不对呀、啊？铁字怎么写呀、啊？哎，一金字边一个。有金没金 啊？这就算了啊。行，有木吗？有啊。啊，木。哦，纸浆嘛。啊、哦，纸浆原来是什么呀？啊，行，有水。哦，水也有了。有火吗？有啊，哎、火。纸个箱。嗯，多火呀，现在。哪儿火呀？纸个箱。在中国多火呀？那快递你送我送的，明天你就当纸个箱去。我告诉你，纸壳箱，嗯，纸壳箱它最后就是烧火。烧火，哎，烧火也算，就不科学，这都、哎、烧火。行，有土吗？有土啊，啊，纸壳箱上面有一层浮土，外力不行，这太明显，浮土不行。纸壳箱原来是什么？纸浆，纸浆原来是什么？纸浆，水，木头，木头原来是什么？树苗，树长哪儿啊？长土，哦，跑到根儿上了是吧？啊，太难了。做科学太难了，我跟你这还难，我够饶着你了，我怎么了？这样行，哎，各位现场朋友有没有难一点的词？随便说一个，是曹鹤阳，曹鹤阳，这个有阳没有阴，有别的吗？你有阴，你有阴啊？好，就说我，你这人够阴的了，你这还怎么阴啊？啊，太难听了，这个透明的乒乓球，你是人吗你？不就为难？透明的乒乓，俩人对着抽空气呢。打着玩呗，这动作你有这这么玩的。行，各位有没有好的？随便说一个，说一什么？魑魅魍魉四个那是。刚才谁说什么？冰棍儿是吗？哎，冰棍儿来一个，冰棍儿，冰棍儿怎么着？哎，冰棍儿有阴阳吗？来，冰棍儿有阴阳啊！哎，你说来。太好找了，这个好找吗？冰棍儿啊，打开袋儿，袋儿外边那是为阳啊，打开袋儿里边是冰棍儿，冰棍儿为阴啊。没有，我没有袋儿。出场的时候人大哥没说没有袋，我说有袋吗？没袋。你看人说没有，人刚才只是忘说了，就是出场就拿出来直接吃了，吃嘴里那一口啊为阴，拿着那外边就为阳。我们不吃，我们就拿着看看。不是，哎，行吗？哎，不是，行，可以哈。啊，来冰棍儿。哎，有阴阳吗？有阴阳。哎，你说说，有阴阳，有阴阳。冰棍儿肯定得有阴阳啊，对不对？像你刚才猖狂，对不对？冰棍儿，你看啊，咱比如说吧，啊、这就是那冰棍儿吧？啊啊！你冰棍儿，大家是不是都能看到这面啊？啊啊啊！这面叫什么呀？受到阳光照射，这叫什么面啊？阳面啊。哎，对了，啊、它没有受到阳光照射，这面叫什么面啊？阴面啊。哎，有阴有阳了。啊，你这还得有外界、啊、哎，冰棍儿嘛，对不对？长方形的嘛。行，我知道，重点不在这儿。冰棍儿有筋吗？冰棍儿，对，你得花钱买啊。没听说过，不行，花钱买不行。本身有筋吗？有筋啊。嗯、冰棍儿拿机器做的。对呀、啊，机器什么铁的？呸、哎！臭不要！不是机器做的，我们弄一小模子，我们灌水自己冻的。对。冰箱，大哥，你也是科学家的。你哪头的？大哥也是科学家，大哥，你可以。行，冰箱，冰箱，你别告诉我是泡沫箱子改的。啊，好，好，好，行，这算你有了，好，还是有了啊，好啊，有木吗？有啊，什么呀？那棍儿是木的呀。啊，哎，塑料的，人家喊了，有塑料的。还有塑料棍儿的？有，自个儿在家冻的那模子是塑料的。冰棍有木啊？有木哪儿呢？有木啊！你冰棍你不吃啊？啊！你老给人举着吧？啊！你刚才说你跟人老给人举着，啊、一会儿手就木了，手木了。你废话，你一直含嘴，你这还冻木了呢？还、哎、那也算，那也算。行，好，行行，算你木哈、哎。水有水哦，冰棍肯定得有水啊。水火，冰棍嗯，哦，冰棍现在可火了。
冰棍儿，夏天吃冰棍儿为什么呀？去火，去火也算。哎，对，败火啊，土，啊，土，掉地，对，掉地上，掉地上，哪头的呀？这都是，这都是科学家，这都是科学家。行好，这都是科学家。完没这俩大哥帮你，你今完了，我告诉你，还有吗？再来一个，有没有更这稀奇古怪的？有吗？什么香蕉？烧饼，哎，来来，先说烧饼吧。烧饼，说你说烧饼，对，不是你说是吃的那个，还是说我？对，是吃的还是用？哎，不对啊，是吃的还是人？人是吧？来说人，有来烧饼有阴阳吗？你这人挺阴啊，但看着挺阳光的。我跟你说，阴阳有了吧？啊，有好阴阳算你有、啊。金金有啊，金什么？我这是我叫烧饼，其实我本名我不叫烧饼，那叫什么呀？我叫猪。朱云朱剑锋，谁知道？不知不重要。朱剑锋那个锋字儿是金字边那个锋。有金没金？我实话实说，各位，我看我的身份证还真是那个字儿。有金没金啊？哎，有金了。哎，有金了。好，有木吗？哎，这会儿想不出词儿来，整个人木了。哎，对对对，谁对了？哗哗哗哗哗哗，再来。有木有木，你看咱是不是现在就站在这个木地板上呢？站木地板也算？那你站着我不能飞起来呀、啊。好，有水吗？哎，流了很多的汗水，一会儿可有还可能有泪水，然后下了台可能奔厕所还有别的水，是不是？啊，行，有火吗？有火呀！啊，火了，谁火了？对、啊，要脸不要？我要发火啊！要发火！你老这么抻累我，我要发火。哦，发火啊！哎，有土吗？有土啊！哎，尘归尘，土归土，要死，对不对？这大跨年，咱说点吉利的。行，那你说有什么土来？我觉得他刚才说的那个土就挺好的。我给你说出来的，早晚我得走那一步，我就知道他肯定往这儿靠。早晚有一天，不有土有土，早晚搓搓就有土。那是泥儿啊，那是泥儿，就是慢慢干了就是土。哦，浮土加上汗水就变成泥儿，是吧？对六对六，行好。还有别的吗？再来一个。什么？拖鞋？刚才说一个是不是？来，拖鞋。那大哥怎么那么开心？一说拖鞋，怎么你是穿拖鞋来的吗？今天是拖鞋。哎，拖鞋有吗？拖鞋，嗯，有阴有阳啊。啊，你先说拖鞋哪儿？拖鞋面为阴，底儿为阳啊。不是，面为阳，底儿为阴啊。都给我挤得糊了，我都。啊，行好，这个好找，对，好，拖鞋有金吗？有金啊，有金，来，我听听。机器做的呀，拖鞋，你别告诉我拿牙咬的。但它可以手工的呀，它手工做拖鞋，哎，拖鞋一个手工啊，对啊，有针啊，有锥子呀，有剪子呀，啊，对，躲不开这个东西倒是。榫卯的拖鞋，大哥，你是穿一板凳出来吗？夹脚的板凳啊。我的妈啊啊！有锥子，对，这是一个必然的工具，因为没有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这玩意儿怎么不开呀、啊。你这头这上面这好啊，行，算你有木吗？有木啊？穿拖鞋时间长就木了，这脚是不是？有一种拖鞋叫木屐呀、啊。哟，还真是啊，木屐啊，哎，对不对？好，这咱不能难为人，人说了就算啊啊，有金木水有啊，有什么？有汗水啊。是你脚丫子的汗水吧？你甭管什么，它就是水。汗脚，对，这是对的。哎，对。有火吗？有啊，穿拖鞋上火。啊？什么？塑料什么？孩子替你说这个，你认同吗？塑料的让火融化了。孩子上课还真得注意听讲，真的。咱有什么说什么，咱说的不是一回事儿，好像。行好，问你有火吗？拖鞋很火、啊，人说多咱拖鞋很火了，就是一拖鞋就火了，啊，光脚丫子就火了。哎，对，一拖鞋就火了，拖鞋就火了。什么？我今天看你我都上火啊！行，有土吗？着了土地啊，在土地上行啊。您有没有？有不是？有没有？有没有好一点的字？含量都没有。这不都大伙出的主意吗？这不是吊带儿？我想想，吊带有没有破绽？暂时没有。来，吊带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吗？先说阴阳，吊带儿，
哪一种吊带啊？你要问这么清楚吗？不是吊带多了，带多长啊？对不对？怎么带到这儿啊？带儿？那是拳击背心，那是有这样的吗？哪一种吊带啊？吊带？哦，他里边穿着吊带呢，是吧？穿着吊带，吊带是就那种，就咱就这样规范一下，常规正常女士的吊带，女还得是女士的吊带，怎么男士的吊带啊？不是，那男士也不穿吊带，那叫跑来背心吊带是吧？啊，吊带啊，吊带就是，对呀，啊，吊带夏天它为阳，冬天它为阴，怎么讲？你这你琢磨这道理，咱说这肯定得认同。你想夏天吊带是不是可以穿在外边？人还得说，哎，这小姑娘穿这吊带真洋气。我倒没经历过，我哎，冬天穿里边就为阴啊，那是内衣。啊，夏天穿外 啊，冬天穿里。对 对， 对啊，行，在我这儿反正勉强算啊。吊带有金吗？有金啊，有金，说一个听听。有金啊，吊带你肯定不能是自己弄的吧？啊，吊带是好几斤一件。当毛巾。吊带当毛巾，那是穿着时候擦的，没穿时候擦的。算了，我也多余问这个。吊带有金啊？有金吗？吊带你缝的时候，你不得有针吗？啊，缝，不能穿一硅胶的吊带吧？来，我得问一问奇怪的知识点，这个硅胶的吊带是在哪儿见到的？我没听说过这。这都是成，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皮的那个紧身衣，皮的橡胶的紧身衣，橡胶的紧潜水有时候穿这个哦，潜水服是吧？哎、你这也有啊？行金啊金啊行，有木吗？吊带有木？吊带儿，橡胶木这个牵强，跟那不挨着。哦，有一女的穿一吊带，你一看这女的你就木了，是不是？不是，我先得是整个人是麻了，然后再是木了。我跟你说，那这女的叫花椒，你麻了。有木吗？就问你，有木有木？他是啊，他这个木啊，我想想啊，当媳妇打木了，媳妇打木了，他媳妇下得去手啊。你看别人媳妇穿吊带。你媳妇儿不打你，他老爷们也得打你。我也不看，也得给你打木了。我也不看，哎，怎么都得是打木了。啊行啊，木啊、哎、啊，木了就算了。打木了，行，好，就水，水呀、啊，看见了，流口水。我这又木了，我这又流口水。啊、原来是你有问题啊，原来对不对？吊带儿它有水呀、啊，啊有水，吊带儿它挡不住这个袖口的汗水。哪儿的汗水？吊带儿哪有袖口啊？对，它挡不住袖口的汗水吗？你说是嘎着窝的汗水吧？对呀，你看人家腋下一块阴的那个湿。哎，就是你意思穿半袖，夏天出汗了。哎，对对了，湿啊，穿吊带就流下去了。嗯，好，吊带有火吗？火呀，吊带穿上它很惹火呀。啊，这倒不否认啊，确实是啊。有土吗？有土啊，土吊带儿，穿上之后啊。很本土，很本土，很本土。来给我们解释解释，什么叫本土？就本土现在就中国也穿啊，很本土化是那意思。哎，对啊。行了，别让大家伙出了，我谢谢你各位吧。都是活爹，都是，都是爹，都是。行，通过大家刚才说的这些词呢，我基本上已经摸清楚他的套路了。啊，这样下一个由我来说，我想好了一个东西，给我们大伙解释解释，好不好？嗯，裤衩我觉得解释起来跟吊带应该差不多。好，来听听我这个啊，生鱼片儿，来，一片寂静。来，生鱼片儿，你试一试。生鱼片儿，嗯，有阴阳吗？对，先说阴阳。来，有啊，有吗？来说一说，我们听一听。生鱼片儿，嗯，你吃这个玩意儿，你是不是得拿盘装啊？啊，然后呢？对不对？啊，装盘上那个挨着盘那面就为阴啊，啊，上边就为阳啊，啊，一样的套路，就是能照着光的地方就是阳，哎、照不着就是阴。哎，对溜对溜，不重要。
生鱼片有筋吗？来，有筋啊！来来，好，我听一听。生鱼片挺贵的呀，啊，得花多少钱啊？啊，多少？我自个儿捞的。啊，什么？什么？我自个儿捞的。嗯，生鱼片啊，对对对，捞出一片来。啊，不是，捞出肯定是整鱼啊，但是这个鱼是怎么来的呢？是我自个儿捞的。啊，不是生鱼片啊，对。那你这鱼多少克呀？啊，这多不是多少斤？那就多少克？500克，来吧。嗯，对，拿什么切？生鱼片。你的意思就是片片，拿什么片？是不是？对，我拿馅儿勒。闻你有筋吗？来，拿馅儿勒。拿馅儿勒，我拿牙撕也行。没有筋牙，没有筋牙，没有。拿馅儿勒，对，我就问你有筋吗？有筋，有筋，来，生鱼片儿，嗯，你说你这个鱼是自己捞的？哎，自个儿捞的。你在哪条河上捞的？我在北海公园捞的。北海公园你怎么进去的？买那门票花多少钱？我翻墙进去的。北海公园能翻墙进去？哎。我不走寻常路，我就翻墙。对，你北海公园里呢，你翻墙进去之后，你得上湖里头，你才能有鱼吧？啊，是啊。你是不是得坐船吧？啊，对。哎，那船是什么的？木头的。木头的，它是得拿那个钉子钉上啊。你拿钉子钉上，我那是胶带缠的，我那是。胶带缠，哎，胶带缠的木头船啊，来。胶带缠的木头船，那到中间不散了吗？就够捞一条鱼就回来了。哎，你就捞一条鱼，怎么捞的呀？怎么拿手捞的？不是，人家不都弄个杆儿？怎么？我不拿杆儿，杆儿什么材料的？杆钩什么材料？铁有金字边？不，手，在北海公园这么捞，赶在船解体之前。就这么，这能捞上来吗？哎，你甭管呀，这么捞不行，我有办法呀。哎，不借助工具吗？哎，我手可以这样，然后我这鱼一过来，我就这样，哎，这样啊，这是哎，傻鱼，什么傻鱼？这么钓上来的？哎，怎么就这么上来了？怎么了？对，钓上一条金鱼。哎，金鱼不行，金鱼不行。啊，说金鱼有金了，有金了，像话吗？不行，金枪鱼那也不行，沾金就不行。金龙鱼，金龙那豆油那不行，这更不行。你那是做鱼的，那是。不是，哎，鲫鱼，吃生鱼片有用鲫鱼吃生鱼片的？啊，我就爱这口啊，鲫鱼。嗯，你我问你有金吗？你别纠结我什么鱼。你用鲫鱼吃生鱼片啊？就爱这个。我问你有金吗？不是，是有金有金。啊，你说我听。生鱼片，你鲫鱼做生鱼片？嗯，你这个，你。那鲫鱼上面都是刺儿啊，啊，我挨着补钙的，我啊，一片生鱼片上面7000个刺儿，没有那么多，7000个像话吗？到时候你扎在喉咙上全是刺儿，你怎么办？对，你得上医院啊，你去那个西铁营医院。哦，不去，西铁营医院不去，我就朝阳医院很近，朝阳医院。西铁营医院不去，我不去西铁营，哎，二龙路行吗？二龙路，我宁可看下边，我也不去你西铁营。我告诉你，迂回一下是吧？你甭管，我就问你有金吗？你有金啊！你到那个什么医院来着？二龙路医院。哎，行，就去那儿。你去那儿看那个，人家大夫得让你张嘴啊！啊，张嘴啊！对，啊、拿过一个铁锹来。哎，这你泡着挖什么来了？铁锹像话吧？你要说什么？不是，人家拿过一小钢勺。哎，是是没有钢勺，我知道了，压舌板。压舌板对不对？对，啊，压舌板，对，是拿个压舌板，然后看不见呀，对不对？得拿我那个手电来。啊，不用手电，拿蜡。对，拿蜡，拿蜡烛。哎，对，这压着拿蜡一看就看见了啊。这蜡油不都滴嗓子眼里了吗？我爱这个，你管着吗你？我就问你有金吗？你这个人真变态，有金吗？我好变态，来，有金，来说，你拿那个玩意儿，你别老在我这儿比划。不得摁着点嘛，拿着蜡油，然后这时候护士拿过来那个底下是架死的，头里边分叉的，把这蹬出来。啊，你分叉在这，我不看了，我回家。我
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不行啊！这在这儿的难受 啊！我不看，他一动这个我就不看了。你得看呢、啊，我不用看，你在这儿的容易死，到时候一句刺就死了。我觉得你会死我头里的，现在就扎死你了。这非得看是吧？就得看。那我不看西医了，我看中医，行吗？看中医那嗓子里边有鱼刺，看中医，啊，就死慢一会儿呗。你甭管，反正我看了。你看，你非得让我看，那我就看了。看完之后，我看中医，中医怎么治？针灸跟着扎，那不行，那不行。针灸跟着扎，你不就找着了吗？鱼刺儿是吧？对，拔罐儿，拔罐儿。嗯，对对对，这一嘬，哇，这刺儿全都吸出来了。哎，怎么样？不是曹阳，你是人吗你？怎么了？打刚才我就讨厌你。嗯，好，乒乓球透明的，吊带有，那他们说的不是我说的，啊？钓鱼怎么拿手钓啊？怎么了？咱就这么一下，哎，做一钩一钓，哎，钓上来了，怎么了？钓字怎么写啊？哎，钓字怎么写？一个秃宝盖底下是一你的吧我。下面请您欣赏《人鬼情未了》，表演者岳云鹏、孙越。谢谢，感谢各位的热情掌声啊！这个给大家说一段相声，特别开心，特别激动，此时此刻的心情比去年此时此刻要激动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去年接场的时候是11:30了，啊，给我们的时间只有十几分钟。但是去年哈，对，对，那天演了差不多20来分钟啊。今天上场前，我师傅说你就多说一会儿，哈哈，这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是，这个刚才是高老师，高老师是我特别崇拜的一位演员，很沉稳，包袱也很不错，老道。对，啊，二位下去休息一下。是，我们俩走上台。北展这个舞台对我来说很有意义，怎么呢？我特别的喜欢，我特别喜欢在这个舞台上，锻炼新作品，试验新作品，不能说试验，锻炼新作品。哦，因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因为什么？您这嘴是说不清楚话，知道吗？混沌。哎，想起来了，因为什么呀？因为，还因为，因为什么呀？因为北展的观众啊，热情。哦，热情。对，因为北展的观众喜欢鼓掌，喜欢叫好，还懂相声。对呀，对呀，如果现在有的朋友想去上厕所呀，想去出去溜达一会儿啊，当然也没关系，因为从7:30，你看现在已经我看什么？我看，就好比嘛。哎呦呵，行了，好，灯光一照，好白啊，洗洗吧。洗什么？很白的，好比是现在已经11:00多了，7:00多11:00了，对，7:00多到11:00，7:30，8:30四个啊，所以4个小时了。7:00，7:00到11:00，可不？对，快4个小时了。嗯，有的朋友可能坐累了。啊，有坐累了的啊，有的朋友可能有痔疮，对吧？但是你啊，你说人家干嘛？就你有。坐时间长了不舒服。是是是。啊，可以溜达一会儿，没关系。站起来活动活动腿脚。啊，对。我们给大家说相声，是好好演。我们不着急。刚才说特别喜欢北展这个舞台，我写的每一个段子，嗯，每一个作品，我的脑子里我勾勒出的画面，哎呦呦呵，全都是北展。哦，就按这剧场写的。哎，对了，哎呦呵，每一字每一句有一括号，这儿观众可能会笑，我都会写的很清楚。我就这么自信。那当然了。哦，北展的观众就这么好，懂包袱。哎，我们台底下创作为的是什么？为什么呀？赚您的钱，不是，为的是让您快乐。要不这么下心写呢？对呀，为的是让您的快乐，每一个人都需要快乐。对，花钱找快乐。我问您一个问题，孙老师啊，人这一辈子，嗯，您可能还没有活到头，但是没有关系啊。这话真不吉利。人这一辈子啊，什么阶段是最快乐的？什么阶段是最快乐的？什么岁数？什么岁数啊？对，我觉得就是20岁左右。No。怎么了？还出了英文了呢吗？因为我洋气啊。这洋气不知道馄饨怎么说。你有病啊！你有病啊！
废话，你还我洋气舔着个脸。分手你要啊？真行着。我要。没什么用了。少说话，北展的舞台少说话啊。我凭什么少说话呀？二十来岁最快乐。对，那其实不是，那时候就精神什么精力都足呢。我觉得是小时候。小时候？哎，对了，多小啊？小时候七八岁十来岁，那会儿最快乐，无忧无虑。嗯，童年。对了，我小时候就很快乐。是吗？因为我小时候哪儿都小，你知道吗？特别快乐。您这话说的还真没毛病。没毛病，你拦着我干什么？就替您肯定一下啊。你啃他干什么？我啃。你还替我肯定，我可不爱啊！哎，我少说话，我少说话啊。嗯，哪儿都小啊、嗯、啊！我小时候哪儿都小，是是是，小鼻子小眼儿，哎呦呦，小胳膊小腿儿，小心眼小胆儿，我、哦、胆儿也小，胆儿也小。嗯啊，我觉得大家童年都差不多。哎，那可不一定。去哪儿，哥们儿？烦了。我小时候哪儿都大，可以吗？大坏什么用啊？怎么不爱听了呢？总有这正义之士，你知道吗？行了，别检讨了，嗯，说吧，往下。我等他回来呢。咱没必要这么较真儿，好几千人陪着你等啊。小时候，我就嘿，好节骨眼儿。真的哪儿都小，嗯，哪儿也小、啊。哎，大家玩的游戏也都差不多，是吗？对不对？因为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对不对？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是吗？那当然了，不一定吧。小时候，哦，我小时候经常挨揍，有没有？有过吧？我没有。嗯，我没挨揍。那。过家家经常演儿子，有过吧？我一般演爸爸。然后头一天挨揍之后回到家，心想明天我一定揍他，然后第二天见面撒腿就跑，有过吧？跑不动，拿水管子滋你爸爸，你爸爸揍你一顿。滋你爸爸？怎么这么损呢、啊、这孩子。你爸爸揍你一顿有吧？没有没有没有。把胳膊吞进去甩甩胳膊有过吧？你爸爸揍你一顿。没有。捉迷藏藏起来藏一整天，然后你爸爸把你找着之后揍你一顿有过吧？没有。我明白了。明白什么呀？你没爸爸。对不对？我从根儿上没的，哥，这是。你肯定啊。没有啊。不可能。您这游戏我们都不玩。啊，你的童年我的童年不一样吗？不一样，咱生长环境不一样。那架大炮你会吗？架大炮啊？不会。你别骗我啊！不会。来，伸手。什么呀？架大炮。架大炮啊、哦？会吧？哦。架花轿会吗？架花轿什么？哦，就这个。哦哦哦哦哦哦。小时候我太重了，他们不带我玩。哦，是这样是吧？啊、哦，对你攥着我，不对，是我攥着你，你攥着我。对呀，你攥着，对，这、哦、是他错了。嗯，哦，这个，嗯，打麻将吗？嗯，对不对？我小时候经常玩这个。啊，净跟小姑娘玩了。谁都玩，谁都玩。因为我们家住在北京那个那哪儿？哪儿？您要但凡住在北京，馄饨不能说不对，对不对？咱说实话行吗？您住北京哪儿？哪区？北京人嘛，哎、北京人嘛。北京哪个区？你告诉我。崇文嘛。崇文啊，崇文区哪儿啊？哪胡同？几排几号？就是现在的那个亦庄吗？崇文改亦庄了，我河南人。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嗨，真行这人，想让自己显得那个诚实一些，但是没有关系啊，你先诚实一点就行，还诚实一些干嘛？没关系，小时候在村里啊，经常玩，怎么又走一个呀，大哥，大哥，哎，穿的还挺洋气，这不爱听的，这都是，还挺胖，那个胖是好事，好事是。一会儿他就回来尿尿去了吧你管着管不着你，希望你成功哦。那个废话，小时候啊，你小时候怎么着？小时候玩很多小伙伴啊，小伙伴，但小伙伴们逐渐长大之后呢就出去打工啊，就务工去了。打工可是打工，有的人很赚钱，有的人不赚钱啊，这分人，还有的人出去三年啊赚了3000。哎呦，这可够苦的，这个稍微差点。哎呦，有的出去8个月，嗯，挣16000，八那还行，聪明一些，聪明点。哎，有的出去3天，挣300万，这怎么挣这么多呀？回来就给毙了，抢银行去了是怎么？他不一样，他不一样。哎，好家伙，我父亲那会儿啊，你父亲也这么比划着吗？不是，嗨，我父亲那会儿，嗯，就在村里，哦，父亲，嗯，经常出去打工，去过广州。哎呦，深圳，哦，去过北京，去过很多的大城市，见过大世面，但是一事无成。你父亲，嗯，就在村里呢找了一个工作。村里还能有什么工作呀？哎，村里很多看坟。你们村有坟吗？我们住的小区，不合适吧？对不对？就你们，就我那边村里的坟地是吗？回来了，大哥。成功了吗？都在这抢了抢了，你别问这，不是你们村里的坟地干嘛还得看坟呢？看坟得有专门有人看着呀，有的人专门偷供果，哦，偷这个？对呀，啊，啥都偷，哦，啥都偷，看吧，得看着。但是我父亲从中呢发现一个商机，盗墓啊，就有点缺德了吧？挖自己村的祖坟，你会不会捧哏？你会不会捧哏？你咱不是说我不灵吗？对不对？你不是要换搭档吗？我也觉得我挺刺的，知道？你别动我，骚扰我，知道吗？这职场骚扰，知道吗？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这，但凡那沙皮赢你了，你都不这么说。你看，就耽误我俩观众走，一下走俩，早了点吧。什么表情？看坟，从中发现一个商机。什么商机？他发现很多人上坟的时候啊，嗯，经常嘴里念叨，念叨，哎，希望那边怎么样，希望那边怎么样，也告诉这边怎么样。是，其实呢，是一份精神寄托，就是追思一下。哎，我父亲发现一个商机，嗯，他的意思是什么呀？什么呀？就是这边的话能告诉那边，那边的话能够传递到这边。你父亲要当中介呀？类似，这不就封建迷信吗？这类似，其实就是为了双方都开心。哦，两头骗，尽量少说话，双方都开心。让不让我说，知道吗？所以说我父亲就在村里呢成立了一个唱诗班。成立之后呢，要点脸吧，还整个洋词儿，还唱诗班，你会？你看得懂那圣经吗？你还唱诗？你看，你唱什么唱啊你？跟这有什么关系啊？废话，唱诗班穿成那样，黑的白袍大白领，哦，就跟那儿。不用唱诗班吗？嗯，对着尸体唱歌吗？就传递吗？唱诗，给尸体唱出诗班来。停的时间够久的了。踢你什么玩意儿的？都是唱诗班。哦，唱诗书班来。哎，就在村里成立了一个唱诗班，村里还干这个的？那当然了，哦，你也别说啊，真死人了，啊，村里死人了，死了！哎呦呦呦，真有人请我父亲，这怎么回事呢？真不开眼，有这么老两口，哦，老两口子，嗯，老爷子去世了，哟，老头死了啊，就剩老太太，哎，老太太性格呢比较开朗，哦，听说村里成立了一个唱诗班，就把我父亲请过去了，打算新办啊，我父亲就去了，是，但是我就去了，怎么还带着儿子去呢？还是让我消息消息嘛，哦，家传。金融一瞧，已经挺好了。老头啊，头冲外，脚冲里，对吧？脚冲外，
小重伟啊，我小，我没注意。然后呢，都弄好了，盖一白单子。嗯，老太太在这坐着，我父亲就走过去。是，老太太，你看你有啥姓标大了没有啊？你看想标大了没有啊？我也没有啥姓标大了。啊、嗯，我想叫他慢点走，慢点走，等等我。哎呦，俺俩过了一辈子了。哎呀，我想他。你看感情还挺深。对呀、啊，嗯，感情挺深啊。中，拜官了。啊，拜官了，拜官了。嗯，我父亲往这一跪，你等会儿吧，怎么还得给人跪去？哎呀，就是一个小细节，我让人觉得虔诚点，虔诚一点嘛。我这给人当孝子去了，这是，往这一跪。嗯，你什么呀？闹鬼呢吗？这不是？你也说了斋，哎呦，我也说了斋，死一狐仙儿，这是。喜怒哀乐一起，那个都到那心头来，鬼也不是那鬼，还真适合这河南话。乖也不是那乖，牛鬼蛇神他倒闭，正人君子更可爱，笑中也有泪，乐中也有爱，几分庄严，几分诙谐，几分玩笑，哎、几分那个感慨。哎、此中这不就是骗钱吗？谁能解得开？谁能解得开？谁能？解得开，唱了一个《聊斋》，大概行的意思。我谢谢，没想到还能引起掌声。本家鼓掌了，你们。本家鼓什么掌啊？那老太太，你还有啥想表达了没有？我刚才唱了一个《聊斋》，就是想把它弄过来跟你聊一聊，啊。哦，把老头弄过来聊聊斋啊，这是。啊，对了，聊聊斋是这个，真能骗人是。这个意思啊。嗯。嗯，我只是想送送他啊，想送送他，还想送送他，中，拜官了，呀，又来一遍。嗯，老头听我说什么？老头听我说，你还有前提，四根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怎么听着还有句英文呢？什么死一个什么？什么叫死一个？一个点缀。还点，这是见过大世面呀、啊！这是那是，我还点缀啊、哦！这唱什么呀？我听听。唱送送他。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对，就那岁数人还知道。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哎，这个没有口音、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哎呀呵，一壶浊酒尽余欢。哎呀，今宵别梦寒。你看看，送走了。老太太，你听懂了没有？啊、这是啥？听懂了，听懂了。这是送别。啊，知道。李叔同的送别。别介绍作者了。意思是啥？意思是你送送他的意思。啊，是，听出来了。长亭外，古道边，哟，芳草碧连天。那是这么唱的吗？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哎，山外山，啊。天之涯，地之角，知。角。我说不用老家话唱呢。天之涯，地之角，知角半零落。啊，知角半零落。知角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现倒嘛，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哎呀，知道吧？这是送别啊，这就是送别了啊。哦，你还有啥想表达了没有？我还有，说吧。那、啊、你爸能耐够大的。那我想跟他一块儿走啊！我想跟他一块儿走。哦，一块儿。嗯，
老太太，想跟他一块走啊？中，别管了，这就别管了。我父亲往这一跪，张嘴唱上，这一块走都有辙。老头听我说啊，老头听你说，四根，哎，又死一个啊。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从来没有这样要求。你爸爸这嗓子不应该找不着工作呀、哎？看坟取材了这。怕你难过，转身就走。那就这样吧。我会了解，才知道这歌是白事的。老太太，你听懂了没有？嗯，唱的是啥？啥？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就别翻译了，就从来没有这样要求。哎呀呀呀！怕你难过，转身就走。嗯，那就这样吧，我会了解。行了行了，你还有啥想表达了没有？我还会别的。我没有啥想表达的了。哦，仨歌够。我想问问他有啥话跟我说没有？哦，老头要说什么呀？中，别管了。哦，这也行啊，可以可以。哦，这边地话。老婆听我说。哦，老婆听他说了啊。你说了真。你等会儿。干嘛老？说了真。死的是个复读机是怎么着？那意思他父亲回来了。没听说过。你这玩意儿，你爸爸在村里就干这个。哎呀，接下来的词儿是老头唱给老太太的。行了，不用解释了。动也不能动，这废话死了，动诈尸了那个。也要看着你。我说头冲里呢。直到肯定你是真的啊，直到不能呼吸。掐老太太脖子了，这是。让我们啊。形影不离，一块埋吧，一块埋吧。老太太，你听懂了没有？啊，他动也不能动。废话死了，也要看着你，也死不瞑目，直到肯定你是真的。怎么呢？直到他不能呼吸。废话，让你们啊形影不离，准确不准确？哎呀呀呀呀！刺激不刺激？真瘆得慌，听着。好听不好听？这是还行唱，他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知道肯定是真的，知道他不能呼吸，让你们形影不离。咦，那老头骚得很呐！这句话说老太太心坎里了。你说人家死鬼干嘛呀？这，你这挣钱的唱诗呢？你这说的老太太甚至呢没有那么难过了。他老头死了。啊、哦，你爸爸过来唱四首歌，老太太不难过了，你觉得这玩意儿合理吗？合理啊，合理啊。哦，他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啊。行，知道肯定你是真的。哎呀，这多心就死了，可不。哎，哎呀，这买卖成了，啊，成了，四首歌都挣钱了，老太太交钱，我是真高兴啊。呀呀呀，我是真高兴。是，我父亲拿着钱回家了。哎，无巧不成书啊。怎么呢？第二天我们村又死一人。我这怀疑你父亲的动机了，怎么天天死人呢？没有天天，没有天天。嗯，哎，这家巧了，也是老两口去世的，也是一个老爷子，那更怀疑你父亲了。怎么光死老头呢？离昨天那个董老太太呢，很近。哦，老太太姓董。哎，昨天的老太太姓董。哦，董老太。哎，也请我父亲去了。哦，我父亲带着我就去了。那这活还挺多。到那儿一瞧，嘿。昨天那个董老太太也在。哦，老太太给你介绍的吧？哎，跟今天那个老太太俩人正在交流呢。哦，来老太太。老嫂子呀。老闺蜜也这儿。她一会儿都来了。啊、嗯。累了。这事成了，你别管了，就这个事成了，孩子乖。啊，还什么？孩子乖是什么？还就是河南人的口头语。哦。你不懂，你不懂。我懂不了。你别管了。嗯。你想表达啥？他都给你唱啥，还没介绍呢。我父亲过来了，老太太，你看，都已经挺好了，拜布单也盖上了。你有啥想表达了没有？嗯，我没有啥想表达了。嗯，我想叫他慢点走，等等我。董老太太说。都一样。你看看，跟我昨天表达了一样，先叫他等等我。是，等等我。死老头可不都这样吗？中，大娘你别管了，
我父亲往这一跪，又给人跪下了。嗯，你也说了，还是这篇儿。我也说了斋，喜怒哀乐一起，那个都到那心头来。如果不好听，我就不唱了啊。老太太，我唱的是啥？聊斋。想讲的讲那老头过来给你聊一聊。就聊斋不用翻译。聊一聊啊。是。那你有啥想表达了没有？有什么？嗯，我想送送他。中，别管了，别管了。老别换了。长亭外，古道边。你也不上了新佛。芳草碧连天。跟新佛有什么关系？老太太，你听懂了没有？这是啥？这是送别，李叔同的送别。行了，别介绍了。董老太太说：“对啊，这是李叔同的送别。昨天敲锣边的了，你看，昨天唱过一回了。哎呀，啊，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地上残，夕阳上万山。天之涯，地之角，知角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董老太太像昨儿死了老伴儿了吗？老嫂子，这是送别。哎呀，送别，你还有啥想表达嘞？你说吧，说吧。他随时都能怼。哎呀呀，啥都能怼。啥都能唱。嗯，那我想跟他一块走。你看，跟我想的一样，我也想跟他一块走。你俺老头，你想跟他一块走弄啥？行了，不是跟错了。昨天俺老头也是。啊，是是。我想跟他一块走。哎呀，嗯，别管了，别管了。你少说两句吧。我父亲往这一跪，你爸爸净给人跪去了。嗯，怎么唱来着？回家晚上就不默默活吗？你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从来没有这样要求，怕你难过，转身就走。那就这样吧，我会了解。老太太，你听懂了没有？老嫂子，你听懂了没有？这是啥？这是啥？能不能让你陪着他走？从来没有这样要求，怕你难过，转身就走。那就这样吧，他会了解。你还有啥想表达的？你说吧，随便说。我想我俺老头有啥想跟我说了没有？中，别管了，马上扫起来。死老头都是扫起来的。我父亲。嗯。动也不能动。哪儿这一套？也要看着你。俩老头一合肯定你是真的，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老嫂子，你听懂了没有？他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他不能呼吸，让你们形影不离。准确不准确？哎呀，刺激不刺激？是，骚气不骚气？就会这四首歌。这个老太太也很开心。嗯，这个事儿又成功了。合着每天就这四首歌，又成功了，开专场着呢。怎么？你少说两句啊！我的节奏在我自己心里啊。这个转过天来又死一位。你们村怎么净死人呢？巧了吗？要么怎么有这段相声？哎，但这回呢，死的不是，哎，死的也是个老头，但是不是老两口，那是父子俩，儿子给他操办后事，儿子哭爹，对呀，哦，儿子给他操办后事，我父亲心想，肯定得找我来呀，啊，有名了，这没有问题，我在村里传开了，唱诗班的乐师傅，哎，等了一上午没人来请，等了一下午也没人来请，哟，到了晚上我父亲实在是坐不住了，心想怎么还不请我来呀，这到手的活啊，我得自己去看看。哦，上门了。我父亲来到人家小伙子家里啊，一看，昨天的董老太太也在。董老啊，给你介绍活了呗？不是，董老太太说了，小伙子，你有啥想表达了没有？老太太听两天会了。你说吧。你说这玩意儿，你们这买卖太好干了。你说吧，你有啥想表达了没有？哎呀，唱诗班的董老太太，大娘。我也没有啥想表达了，啊，我想叫他回来，啊，让父亲回来，啥呀？啊，让他爹回来。你想叫他回来？对，跟你爹不一样。这样吧，小伙子，啊，你是不是想跟他一块走？凭什么呀？那是儿子，那是。我没有想跟他一块走啊。又不是老伴儿。中，别管了，你是不是想送送他？要想送送。送送他都可以。中，送送他。嗯，中，别管了。哦，别管了。长亭外，学的还真快。道边，
芳草碧连天。你爸爸这一点劲没有。晚风拂柳笛声残。小伙子真傻，这是怂变，隶书通的怂变。词儿都一样、啊。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哎呀，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觉半零落。这是怂变。哦。你还有啥想表达的没有，小伙子？说吧。这钱太好骗了。我想叫他回来。哦。你是不是想跟他一块走？凭什么呀？我没有啊，我没有想跟他一块走啊，非得跟他一块死。我俩，我想他。哦，想父亲了。我俩这些年不容易，相依为命不容易。是。他自己走了，我都不知道因为啥。哦。我想叫他回来呀、啊。想叫回来。我想叫他回来。嗯。来吧，老太太，考验你的时候到了。想叫他回来。不想去，想回来了。中，别管了。那、老太太，怎么意思？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归来吧，归来哟！你爸爸能耐大呀！别再四处漂泊，小伙子听懂了没有？啊！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漂泊，意思是先叫恁爹回来。哦，准确不准确？你还真好，对不对？嗯。你还有啥想表达的？还有什么呀？我还想叫他回来。啊，还想回来？你跟他一块走吧。凭什么呀？我不想跟他一块走，我想跟他回来呀、啊。走那词儿熟是怎么着？想跟他回来，中啊中，嗯，别管了，还是回来啊。嗯，你快回来，我一人承受不来。你快回来，小伙子咋样？虽然我没唱上去，但是意思是，你快回来，我一人承受不来。知道吧？以后我怎么面对这些歌？表达的咋样？准确不准确？这太准确了，刺激不刺激？哎呀，你还有啥想表达的？还有什么呀？我还想叫他回来，还想回来，还想叫他回来。嗯，咦，我回来可没有真多呀。哦，回来的歌不会了，别管了。老太太还行。来呀，快活呀。哦，这对对，这个不中，这个不中，色诱不行。但是差不多了，我可能开窍了，孩子乖。哟，老太太开窍了。你先叫他弄啥？我想叫他回来，中。还是回来啊？嗯，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周杰伦呐，流着血奔跑，回来吧，回到最初的美好。老太太可以啊。小伙子听懂了没有？啊，还记得你说。还记得你说家是，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对，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回来吧，回到当初的美好。老太太还蹦了一下吗？好的了，回来吧，回到当初的美好。老太太能耐大了，咋样？可以吧？可以吧？可以吧？嗯，你看，那老头活了呢。没有没有，大年底多不吉利。你还有啥想表达了没有？还有什么？我还想叫他回来。我还回来、啊、还想叫他回来，还想叫他回来啊。中，别管了，别管了，我已经开窍了。老太太又编什么呀？孙雷的他我快回来吧、哎、这雷才是快乐老家。这都什么味儿啊？这都行了，怎么这么难听呢？啊，这难听啊！这到底是哪地方方言？这是小伙子听懂了没有？啊，听懂了没有？这他唱的是啥？是吧？孙磊磊他什么？孙磊磊孙磊磊他，孙磊磊他，快归来吧，这里才是一快乐的老家。真难听啊！这里孙磊磊他快。快归来吧，这里才是快乐老家。老家，哎，你还有啥想表达了没有？我能耐了，随便随便、来了。那我也不想叫他回来了、啊、我想问问他因为啥走、啊、因为啥？因为啥不想活了？为什么不想活了？为啥不想活了？为什么不想回来呗？这一下给老太太蒙住了、啊、想了半天，这怎么办啊？啊，就这会儿我父亲出来了。怎样？我父亲一句歌词就给他解决了。哦，解决了啊。我父亲这么唱的。怎么唱的？寻寻觅觅寻不到活着的证据。死透了。